欢迎大家收看《茶博士挂论》的预告啊。今天我想大家都期望阿博士去讲讲那个即係中東嘅而家呢個局勢啦，咁啊首先講喎呢啲嘢，一匹布唔長啲咩？係啊，講一個禮拜講唔曬，講歷史。係啊，咁首先我講講即係最近喺我哋做節目之前發生嘅一啲最新嘅情況啦，就以色列方面就宣布咗佢哋組織嘅戰線外國。咁亦都即係陳兵係100,000啦，我而家唔知道我哋做嗰陣時入咗去加沙地帶未啊？咁但係陳兵咧就100,000，動員軍力咧就去到300,000+最少。咁美國海軍陸戰隊咧，根據呢個霍士嘅新聞台嘅報導咧，就係佢哋喺科威特嗰個嘅基地咧，佢哋已經就移離咗啦，即係佢哋離開咗個基地。咁但係個去向咧，而家未知道，但係估計應該係接近緊。在那個即係呢個以色列嗰個地帶嗰邊嘅，即係呢個中東嗰邊嘅嚇。咁另外油價方面咧就飆升到80+一桶，但係預計咧就如果嗰個情況持續嘅話，應該去到$100一桶噶啦，即係原油啊。咁另一方面咧就拜登咧就被批評咧就係佢嗰個$60億援助嗰個伊朗嗰度咧。就係、是、被共和黨嘅呢啲人咧批評好緊要，而家就有情，即係可能咧佢要重新凍結嗰個伊朗嗰60億嘅呢個資產嚇。好啦，咁啊博士，嗱我哋雖然作為預告啫，咁但係我知道好多即係聽眾咧，其實都等緊你去評論而家個局勢。呢個咁深奧嘅嘢。咁啊，我哋作為香港人，歷史咧就咩都唔講啦，因為嗰啲咧大家上網睇到嘅。嗯。即係可以叫做鳩足咁撚亂嘅嗰個地方，嗯、我又喺中東都活躍過一個時間嘅。嗰啲係審死官嘅，但只能夠講一啲市場上冇人講嘅。究竟有冇人支持？究竟呢一場係乜嘢嘅鬥爭？佢唔係戰爭嚟噶嘛？佢巴勒斯坦都唔係國家。嗯，佢更加佢呢個馬斯又唔係代表自治佢嘅政府，成個巴勒斯坦嚇，又唔係啱啱佢卡沙地帶一部分啫嘛。咁究竟當乜嘢咧？究竟佢發動呢次行動目的係為乜？但佢公開講過話成功嘅，達到目的嘅，咁啊咁達到啲咩目的咧？咁佢有冇盤算到人哋會反撲咧？佢反撲用咩去頂擋到咧？咁佢自己公布有好19+幾個神秘國家支持佢，咁而家但到而家未見過普京大哥出過聲嘅喎。出咗啦，佢講咗講嘅，批評咗美國啱前琴日啊。佢冇話馬斯唔係嗰個哈馬斯啱唔啱啊？冇出過聲啊！對佢哋冇出過聲喎。佢日一批評美國咧，普京啊，但中國咧又撐巴勒斯坦獨立嘅嘛。係。繼續撐佢，叫佢獨立噶嘛。嗯。咁呢留翻節目講啦，因為嗰啲水都好深嘅。嗯。咁我哋最主要講咧，點樣埋尾？會唔會引發大戰？嗯。咁啊，對所有死難者咧，我哋保持一種哀悼，因為都係人類嘅悲劇。但堅持翻一句啦，我不嬲都反對啲宗教嘅理由，啊，冇興嘅。有咩第二個話題？唔係，但係呢個問題我都想即係喺度再問一問博士啦。你有冇睇過一啲好殘呢啲好殘忍嘅呢啲片段？殘咩忍咧？我哋喺魚檔斬魚頭、斬魚身，屌日日殺幾多心？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一個現象嚟嘅啫嘛，係咪？呢個屬於因果嘅微觀世界因果運作。嗯。所以我哋睇呢啲咧，就覺得係只係可以話。很無奈去睇嘅，我唔係我睇咗我都觸動到我嗰個心情啦，因為我冇喎、因為我知道，因為我係早兩個月咧叫啲兄弟走噶啦嘛，我喂屌打到嚟啦，唔係啲當地當噶啦，咁屌你係咪唔撚係啩？我係咧，所以我嗱我買靚機票下個星期要飛。啊！你確定宣布埋喺度？係啊，你都宣布啊？唔係我響應阿習近平，佢冇理由話唔同美國收好嘅，一定要搞好關係嘅。而家我咪順便去美國搞好關係咯，搞好自己關係先啦，係嘛？係美國啲國家關係大把人搞啦，輪唔到我哋搞啦，係嘛？咁撚叻咪走去搞咯，係咁但係始終即係人係一種情感嘅動物啦。你見到
這個小心，逢是生病都屬於有情生命，都是有情的生命，但那個有情生命呢，它是沒有觀察力的，沒有觀察力，除非你受過特殊訓練，你都是很隨那個警員去牽引你的，所以如果你想說你想自己upgrade自己想成就的人呢，一定是不動心，這個要訓練，真的要訓練，等於你上戰場， 你普通人不訓練，他上戰場開雞掃人而已，但是也有層次的嘛，你譬如看到即是你都知道啦，傳說就說嬰兒被割頭嘛，那預先以前有沒有？可能有，但是沒有讓你看到，現在還要說在那個 Twitter 那裡，即如果我就盡量少講他們的恩怨，他們的恩怨情仇沒有人得人驚的，即大家都可以叫做講一個字，雖然都沒有人有那堆東西，那堆東西，但有些人忘記了這堆壞東西是誰搞出來先，那在節目講了，這個才重點了，誰人搞這堆壞東西，明知黑矮白矮擺在一堆就打緊交的，為什麼擺在一堆呢？是吧，這個才是關鍵來的，今天我對這個看法。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次這樣的這個局面會不會引發一個其他國家來說回來？不會，我包你不會，你一開播已經看到呢，是有人有高手在這裡，又走回步棋反制他呢，就圍頂住曬的，圍頂住曬沒人幫他來的，他連那個埃及都被封了，封了他就圍，就慢慢慢慢這班友就逐個被人捉，但是你又不用擔心，他那班大哥呢控制到的人是卡塔爾來的嘛，其他的人走你就走，但最重要的以色列給了一個光明的，說你們那些居民呢好走了，但是就隔離左右那些封了，封了門了，不是很多隧道的，屌你他們底下，四通八達的，好撚巴閉噶，專專冇咁撚樣噶，有排打嘅巷戰，真係又打巷戰有排打，咁亦都未，亦都佢哋有路數走曬嘅，但係咧就係話佢哋點解會賭呢鋪咧？佢哋計到後果噶嘛，呢、這個先至重要，留翻節目講啊。咁但係點解以色列喺呢次嘅情報神咧？收情報遲了，但亦都有少少俾佢喐嘅，因為咧就唔會一鑊鏟起佢咯，始終要解決呢個問題。佢哋都好老婆心算咁啊，以色列，同埋佢呢個貪污首相內塔尼亞胡，屌你係咪借呢件事甩身噶嘛？係嘛？借呢件事甩身噶。咁所以就即係咁多嘅大家就留意啦，有啲政治屌咧，知少啲好撚過，冇撚益嘅屌你，真係冇撚益。我睇到網上香港人就好激動啦嚇！屌香港人，屌你咁多，佢搞撚掂紙條賓州，搞撚條身體，搞撚條兩餐，搞撚條升級，屌咁啊搞撚條路數走人老撚過啦！諗呢啲啊，關撚事咩？係嘥撚氣，屌你老母喺台灣啲撚樣仲喺度大段古仔嘅人聽歷史，屌你老母！聽日嘅嘢未諗一掂啊！睇歷史喎，屌你有冇嘥錢啊？買書睇好啦，嗱咁啊，博士就會即係詳細講講啦。咁頭先阿博士有提到啦，啊佢係去即係有外遊，咁啊外遊嘅地方咧，佢係負上一個使命。咁但係呢個即係美中關係啊，我哋講笑啫，一陣之間突然間之前又話勾結美帝勢力，屌你咁樣突然間又話咩？冇理由唔同佢搞好關係，咁我瞓醒舊老婆話：，喂，去得啦，安樂啦，俾我笑撚死你！咪即係我哋咪得個笑字咯。咪而家你累撚到香港一班友唔知緊車點咧，跟得點咧，坐撚到反撚曬艇。千祈唔好跟咁貼啊，大佬真係係嘛？呢個轉彎咁你係啊？唔係咁你哋嗰陣時，我哋文革時我哋都見過噶啦，哇！時候美帝又咩一個轉彎，即刻嚟厄信訪華，你真係。彭定康都係啦，一嗌完交話千古罪人翻，佢咪同阿江澤民紅抱咯。跟住喺中央黨校演說。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就大家嗰碗飯好難食嘅。因為我哋而家近代啲中央領導人咧，個撚個都有張白卡喺袋咁滯嘅，差唔多。啊，瞓兩聲覺亂插五噏就算緊數。咁另外就傳說嚇，而家傳啫。
就跟住係應該下個禮拜唔知下個月咧，10,000亿國債發行去救市。好似蕭紅哥鑊到倒跌水啦，喳聲冇撚曬。你話佢10,000亿咩啊？一萬億債券，飄曬撚氣啦。睇撚到都5,000-60,000亿，淨係房地產嗰忽喎。睇到嘅帳面啦，未計地下嘅。嗯。未計各行各業所欠嘅款啦，未計城投嗰啲啦。嗯。冇得掹啊！中國經濟而家就大家放心，冇事嘅。中國人咧不嬲捱窮噶啦。你睇下農村而家嗰6-700亿人，都不嬲窮，有錢唔關你事嘅。嗯。真係唔關你事。佢哋而家好撚安樂嘅農村，嗯、安樂個城市啊，冇債冇成，關撚事四個大字。但係而家我哋睇到相喎，嗱，我唔敢確定啦，我睇到相咁講啦，有間銀行滄中銀行擠提喎。正常啦，屌你係咪提撚咗好撚耐啦，擠提咗成年㗎啦，啊！佢哋嗰啲唔係叫擠提嘅，佢哋叫做話喂，你遲啲嚟攞啦，人逼逼。屌一而家外邊咧好撚多人撲街嘅。無撚端又賴撚咗中國人，中國政府支持呢啲哈馬斯。嗯。點解有一兩間人遲啲俾現金錢咧？佢老母佢都神通廣大，影撚下出嚟作撚大講。嗯。特別嗰啲咁嘅廢撚工嗰班人，屌你老母，驚佢中國唔撚死咁。你搞咁講撚多衰嘢冇撚用嘅。嗯。你俾方法中國共產黨點樣解決問題啊嘛？國家唔撚大，你日日抄1,000样嘢出嚟抄到啊，講衰嘢。我覺得係唔係嘛？每個都係㗎，你睇霍少喂，即係你睇嗰啲因為美國嗰啲，攞三藩市啲出嚟慢慢講啦。屌，成個加州羅沙啊，成個街嘥鳩氣咯，通街喪。喂，而家有班人咧好撚邪㗎，我哋都好撚古怪嘅。嗯。點解揾啲共產黨？點解佢班唔家產好做唔做？國安局又唔掃嗰班唔家產咯？日日喺度整啲無事生非啊，古靈精怪又砌圖啊，又砌責任，唔知攞啲蘇聯旗、中國共產黨旗。即係嗰啲大使館話支持哈馬斯咁，屌你啦！大家無論睇嘅對你冇益嘅，真係對你冇益。嗯，真係對我哋普通人咧，只有負面嘅影響。嗯，你搞緊定兩餐儲緊屋錢，搞緊定啲仔女教育細息唔對，行緊開，揾個好地方走緊過。啊，咁但係有啲嘢都可能關係事啊，碧桂園還到債喎。都唔關我事，我哋冇買佢樓。屌咩！你內地啲人撲街咧，你千祈唔好撚理啊！河水不犯井水。你話你閃發人人買樓之後，你好撚多錢啦、啊。香港未有啊，就喺入邊買咁咪抵撚死咯，係咪？祝你好運啦、啊。咁但係佢又仲有啲債券㗎嘛？我嗰啲啊抵撚死啊！嗰啲抵撚死，咁撚多債券你唔買、啊、美國債券你唔買係咪、啊？蘋果債券你唔買、啊、你買恒大買碧桂園三個字抵撚死講撚曬。咁但係個事實係真係香港好多人買咗嘛？咁啊，香港好撚多黃鳩仔噶嘛，因為屌你個黃大仙啊，嗰啲車公廟啊，屌、你個冇撚柒多人走去求神拜佛啦、啊，自己都唔撚信，走去信木頭公仔，幾撚蠢啊？嗯、如果唔係嗰神棍都冇市場啦，係咪先？正常噶，你可唔可以真係拜上帝拜成下萬神棍？今日今日搞到個世界亂咧，又係班神棍嗰啲嘛？正話個中東全部神權佬屌你咩？係宗教嚇，全撚保啊！屌我最撚憎嘅。嗯，咁啊，除咗頭先我哋講之外咧，香港咁樣啦嚇，香港其實又係嚇呢個港大嘅校長而家同呢個校委會扎馬啦，佢就。這個就有事實，因為事不離實一拎出來呢，你就很難去辯護的、最重要有事實，逢是這些爭吵都是講事實，但表面來說呢，他們開個調查委員會呢是有事實根據的、但你既然有事實根據，你的結果呢你不會偏幫嘛、即除非你學共產黨什麼都不能開了就行了，但現在香港都有可能要走回轉頭，冇咁撚阻咯，呢個我哋都希望，因為佢中國政府劇情需要，真係知道香港地位真係要重要，你始終就係要嚟吸金嘅，如果你再信梁振英啊、三條七啦、阿耀和嗰啲咧，你香港死多幾嚴重，所以你睇特首超都好努力㗎，佢如果睇唔到咩啲環境，唔係我見佢，我見佢好慘啊！你睇唔睇到佢頭髮甩曬啊？咁啊係你做好慘啦！屌你啦，係我做唔撚慘，得點解咧？我揾屌鳩老細啊嘛，佢哋唔撚敢駁嘴啊嘛，咪慘咯。
你唔撚駁嘴，屌你咪一路錯落去嘛。八幾年英國管治時代最好搞獨立嘅，唔撚搞。等你回歸後，你有冇執本大學學院嗰本咩濕鳩嘢出嚟，揾個梁振英出嚟查印督撐，炒撚起個香港人獨立？屌你老母真係傻嘅啫。冇啊！你都啱啱拎佢打靶啱噶啦，呢啲奸臣，咪佢遲早燒撚到佢，話俾你聽。中國共產都要揾人賴嘅。嗰、那個手勢慣嘅。係。係啊！我望香港撲街咧，捉撚曬啲笨蛋出嚟打靶。邊個搞送中條例？邊個粉搭單？邊個搞港獨？屌你咩！拎佢打靶。呢、這個啊，唉，好撚惆悵嘅，亦都係即係。涉及好撚多恩怨情仇嘅華人社會啲柴仔，你睇佢就土共啲嘴臉，屌你老味！哦，就嚟有區議會選舉啦，係啊，搞撚笑嘅。咁啊，呢單嘢就又係奇怪喎。嗱，之前我哋有提過啦，呢、這個民主黨有撲出嚟話佢哋選，咁突然間話俾你聽，我哋講五光十色，我哋就係講喺呢個陣營入邊五光十色喎。你選唔選？你都冇份啊！或者話撚俾你，你冇份嘅屌。喂，咁我覺得奇怪喂。我的理解就係、是，喂，事先應該傾掂數先㗎、啊，因為如果唔係，點解飛出嚟撲話？即係有啲人戇鳩鳩啊嘛，唔一定唔同以前個遊戲啊嘛，係嘛？咁啊幼稚啲喎，真係。係咁樣幼稚咁啊！回歸後，大灣，你係大灣區嘅一份子，即係俾個低端人口咧，就你都標撚簽咗㗎啦。咁如果佢哋唔做啲低端嘢出嚟咧，就唔撚配合而家呢個香港嘅形勢。最新形勢。唉，佢哋叻仔噶，戇鳩鳩出嚟。唉，咪有咩資格見報啫？係啊，係啊，嚇！啊嗱，咁我哋就閒話少説啦，因為大家都係好想聽咧，阿博士咧就講講嗰、那個即係中東嘅形勢，特別係咧呢個形勢啊，會唔會牽引到？賺錢啊！屌你乜你點利用啲形勢賺錢？除咗乜撚嘢都嘥撚氣。買油咯，買油期。買油用唔到我哋噶啦，買油用唔到我哋，有第二啲錢賺。好啦，咁啊，仲有呢個佛學嘅問題啊嘛，個關子咁啊，即係呢個佛學講咩啊？好，咁大家記住收睇呢個茶博士瓜論嘅第42集啊！歡迎大家收睇茶博士瓜論第42集。咁我哋正如喺預告提過啦，就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大家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啊，即係講其他嘢噶啦，就一定係講呢個中國局勢咁樣。神權老鬥法係啊，咁但係我喺預告我都講咗啦，即係我反覆同我都問阿博士嘅，即係我雖然係一個資深新聞工作者啦，我做咗新聞都幾多年啦，但係我睇到呢啲相片，睇到呢啲片段咧，我係真係好唔開心。我因為你少睇嘛，你好少喺現場睇，你冇做戰地記者嘛，冇，咁咪咯，咁你睇上邊啫。我可以話俾你聽，就睇電影都有啦。有啲戰地記者翻嚟咧就抑鬱嘅，有一個係自殺添啦。咁你戇鳩鳩啫，你冇資格做你就做，你又唔經過心理訓練去。咁你即係作為一個人點樣去而家面睇而家呢啲咁嘅即係畫面呢啲咁嘅情況咧？根據世俗有啲傷感嘅。即係嗰世俗啊！我話如果你作為政治家，或者你行入個江湖，或者你係作為呢個軍事行動嘅參與人物，有份嘅話就唔應該傷感，因為呢個係過程嚟噶嘛。呢個係犧牲品嚟嘅。或者經過呢次事件之後帶嚟嘅光明咧，呢個涉及呢個濕婆神嘅。印度理論喎，毀滅之神，毀滅之神，毀滅完之後咧又重生噶嘛，所以我哋好多角度睇，但總之喺現世間世俗人講咧係不幸嘅，但係世事有因有果，但係佢哋嗰邊嘅地區嘅因果咧就一匹布咁長，就我哋冇需要講，亦都唔值得講，因為唔係解決問題，又唔係話喺呢件事件度你想知道嘅問題，咁你點睇咧？咁第一樣嘢。點解今次呢個以色列嘅情報會甩碌？嗱，我首先講講個背景點先啦。因為咧喺呢個50年前咧，1973年嘅時候咧，就係發生個贖罪日戰爭啦。今次噶啦，計埋呢次。係啊，咁當其時咧嗰個情況咧，而家有套戲公映緊啦，就係呢個梅爾夫人咧有講到嘅，佢就話個情報失誤，因為嗰陣時話有監聽到嘅喎，敍利亞有監聽啊，呢個埃及有監聽，但係咧失效。被人打到幾乎打到入耶路撒冷嘅，咁好奇怪地咧，就係今次咧就係嗰個事件50年之後多一日，
同埋阿多人啊，佢個十六，佢琴日我呢次係十月七號。係啊，咁你阿博士你點睇而家呢個情報嘅失誤嗱？咁又依家開始有啲底陰謀論啦，就係、是、咦？如果你比較呢個九一一或者呢個珍珠港兩個事件都有陰謀論喎，就係、是、喂，其實美國政府早知嘅喎。咁而家呢單嘢，你覺得以色列喺阿內塔尼亞點會失誤啊？佢一早知引到你搞嘢，就等緊住你嚟噶嘛。如果唔係，邊度可以搞個鐵桶陣圍緊住你啊？今日有一個可以擺個鐵桶陣出。如果佢冇佢行先，佢呢個鐵桶陣擺唔緊到圍過卡沙噶。隔離左右，屌你老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屌你係咪？全部都同你以色列開火啦！而家佢圍緊住鐵桶陣，慢慢嚟炮撚滯嚟。全世界都跳船唔敢幫拖啊嘛，佢哋係成功嘅，唔知屌你信唔信？唔知啊！佢話咧就嗰個監控嘅情況嚴密得啦，所以我哋要知道加沙嘅地帶有幾大啦。佢衝撚明到啊，自己整撚咗收唔撚到料啊！打嗰陣時，屌你係咪啊？猶太佬啲嘢好撚深奧嘅，嗯，連上帝呃撚埋噶嘛，佢哋係啊係啊，同上帝同上帝出國噶嘛。以色列呢個名咧咁解啦。咁但係我講講嗰個地方先啊，加沙大概而家嚟講就係大概半個新界咁大。三百六十幾平方公里，嚇二百萬人，成個巴勒斯坦2500，嚇二百萬喺嗰度住，咁嗰個貼近喺呢個埃及嗰邊啦。佢就話咧，埃及嘅以色列嗰邊係全部監視曬嘅，即係有 CCTV 啦，通訊全部監視曬，屌有隻貓走出嚟都知嘅，係啊，點會唔知啊？屌曬啦你！咁點解會甩碌咧？點會甩碌啫？你話甩碌啫嘛，人哋都未承認過甩碌。嗯。都幾安樂，而家係喺佢嗰盤棋咧度玩緊。嗯，佢而家玩埋一次棋，清撚埋牆咧，就應該有個新嘅局面嘅。新世界秩序。但係最重要，係咪需要清牆咧？如果個人嚟睇咧，應該要清牆。嗯。如果唔係咧，你永遠都係混亂嘅，永遠都混亂，因為你紅白蟻咧，唔係紅黑蟻咧，溝唔埋一齊。所以啲人乜撚嘢左膠大我嗰啲黃撚鳩嘅，所以啲人嚟印度十幾億人都冇成日入邊打內戰咧，嗰、那個國就國位噶嘛，有大有細。屌你，你食萬寶就食萬寶路，你都食唔撚起嘅你。唔該，你食嗰啲糧油，你唔好撚食整包篤眼篤鼻。有啲地方自己唔去噶嘛，世間點會冇交級階級啊？共產黨世界階級仲撚分明啦，係嘛？就算英國統治香港。你嗰啲連左級嘅廁所同嗰個快殺都唔同啦，屌曬啦！呢個階級唔係話高低問題，係而係工作上咧你個管理個問題啊。嗯，如果你冇大冇細咧，好撚難管嘅。嗯，咩你成日做領袖阿頭，點解帶你哋班僆成日喺大排檔踎？點解又跟佢打麻雀咁？點佢有咩事點管啊？係。呢、這個好重要，好多人唔撚明白，而家啲左膠大外咧，黃撚鳩鳩。好啦，你有階級，你先能夠咧，我有個動力咧，我追求向上游啊嘛。啊，鳩流流有一撚樣，冇大冇細，駁嘴，屌你！嗰間公司點用你啊？啱唔啱啊？你睇人日本仔啊，階級分明噶，韓國仲犀利啊！點解你咁樣用咁嘅語句嚟同我講嘢？屌柒你個當面！嗯，佢要講敬語啊，大佬。兩個國家都係有大有細啊！屌你！日文一開口就知道嗰個邊個大邊個細嘅，邊個係外人，邊個係自己有嚇。你老尾你真係，你真係五行欠屌啊！你老母你想話平等啦？平等唔係唔得，你真係跑馬地墳場瞓喺一度啦。他朝君又相同，未到嗰時間你冇平等嘅，你未死。嗯，死撚咗都唔平等啦。邊個撞邊度，邊個撞邊度都有分啦。好啦，咁我哋再具體睇睇話，即係呢個情報問題啦。嗱，即係哈馬斯今次用咗嚇。哇！呢啲直情好似特種部隊咁樣咧，又降落傘，又好多架撐，又架撐咁樣，又有呢個產到機又出動咁樣。咁曬，咁你點會唔知啊？呢啲軍火喺邊度嚟嘅咧？嗱，好多人咧就冇講呢 part 嘅，即係我都略略聽下啲 KOL 講啊。但屌咪得撚除，因為佢都見識嘅人多啊。屌你冇，我搞百幾鳩幾個國家嘅工作以前。佢好撚耐已經成撚咗形喺度，
好多人支持佢。點解咧？佢渠道好多，因為佢哈馬斯當嘢咧係伊斯蘭兄弟嘅下邊嘅組織嚟噶嘛，最早100年前成立過呢檔嘢，知唔知啊？係係係啊！埃及成立過100年前，好撚耐噶啦，伊斯蘭兄弟組織，屌你阿尾呢檔嘢，跟住發展落嚟咪呢個埃及埃及達咯嚇。能拉登就佢哋嗰檔嘢，係拉登嗰度，所以咧佢呢檔嘢咧好撚多渠道嘅，咁啊變咗咧特別而家佢呢個卡薩地帶咧係好撚古怪嘅，成個八陣同蜘蛛網咁嘅，所以佢咧嗰啲架撐啊、軍火啊、走嚟走去啊、材料啊運撚曬去俾佢咧，你地面照唔撚到嘅，除非你有當地人近身嘅情報。但佢全部自己做嘅，一架撐，全部自己做噶，因為佢哋好聰明噶，佢做啲架撐好撚平嘅，攞撚咗以色列以色列離開卡薩嗰陣時嗰幾廿公里嗰啲鐵管啊，又要改裝咗嚟做導彈管嘅，屌你好撚叻嗰班友，等以前你記唔記得打越南嗰時啊，佢哋自己自製啲架撐好撚靚噶，自製啲架撐打撚到美國佬扎扎跳嘅，你記唔記得嚇？好撚古怪噶，嗰啲羅國家搞嗰啲人造嘅架武器，所以佢咧佢以色列係唔知佢整咁多架撐嘅，因為有人提供啦，當然又提供技術俾佢，但又提供資金嘅。咁最重要就係佢嗰班人嗰啲領導咧，呢個組織咧高層嘅全部唔喺卡薩嚟噶嘛，卡薩嚟噶嘛，唔係嗰度嚟，喺卡塔爾，有啲喺土耳其。好撚覺得印度啲黑社會啲大哥唔喺印度㗎，屌你喺印度拉佢哋嘥夠氣啦，係嘛？所以呢個係另類嘅。我最緊要咧，佢嘅資金來源咧唔優嘅。所以後期早兩日伊朗否認話支持佢哋㗎嘛？你有冇睇到個新聞啊？有，但係而家美國方面咧，嗰啲右派啦，咁啊話依家報得屌你個美國佬話乜柒嘢蚊啲你賴㗎啦！有啲人仲整撚估話我哋中國政府撐咁撐個哈馬斯添，屌你咩？中國政府係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咁但係咧就佢支持咗幾十年㗎啦，支持巴勒斯坦幾十年嘅，因為巴勒斯而家呢檔與哈嘅我都唔可以叫戰爭，佢係咪國同國，所以又唔係叫戰爭。呢個叫恐怖嘅襲擊。哈馬斯本身唔係代表成個巴勒斯坦噶嘛，佢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下邊嘅一個地區嘅，係佢哋嗰啲議員攞曬啲議會，有股勢力喺度，佢政府嘅建制一部分。哇！咁而家你大家要唔好咧忘記喎，你巴勒斯坦個主席而家現在嘅政流亡嗰個市主席。88歲大佬，佢真係做永續一尊啊！屌你啦，咪都唔知係咪我哋香，我哋而家世界有幾個人想學佢一撚樣啊？做一尊啊！80歲都話選總統，咪學佢咯。佢而家個88歲嚟噶。係咁，但係嗰個話話都是嘅，大佬一個。仲有18年啦，屌又唔撚俾選舉議會，又唔俾成，又唔撚俾選總統啊！即係佢內部個矛盾都好多嘅。好撚大鑊啦！總之內部就屌你嗰檔嘢。我哋只可以講一句，神權世界發生嘅嘢咧，就最好我哋啊翹撚埋對手，係學你咁樣翹撚埋對手，關人撚事，笑下就好啦，死鳩曬佢嘅事，對世界冇撚貢獻嘅班友，屌你！咁啊，博士睇睇後邊嗰幅圖啦，咩架撐都有啊，係啊，乜都有啊 ，RPG 有啊，呢個全部有啊，呢個應該 AK 嚟㗎啦，呢個無人機。系啊，無人機乜都有啊！無人機上面好似有呢個火箭添啊，有哇！係啊，佢啲新型嘅無人機嚇，咁咪即係多個土耳其搞出嚟嘅。哦，買到噶嘛？咁通街都賣嗰邊。錢從何來？大兩把錢啦，卡地爾揾多錢啦，好揾多錢嗰邊嗰班友啲石油佬，屌你咩？你啊！而家你又望佢哋瞓喺聲，話變緊翻水咧，咁又或者唔使用石油啦。你而家用代替品啊嘛？有呢個頁岩氣啊，有電有啦。係啊。好啊，嗱，咁啊，我哋即係嘗試解釋咗啦。嗱，呢個以色列個所謂嗰個情報失誤，未必咁簡單嘅。咁但係你呢個哈馬斯今次點解要做到咁絕咧？佢有目的嘅。
因為佢講咗佢已經完成咗佢嘅目的啦，佢係公開講噶。我哋達到目的，我哋而家希望談破案。我睇新聞，佢真係咁樣公布。嗯。咁達到咗個乜嘢目的咧？呢度有少少聯想嘅喎，因為佢係美國將近咧搞到以色列同沙地阿拉伯咧建交噶嘛。係。如果他們真的建了交，這班在中東佬這班神權佬的勢力呢更加沒人定期，所以是哪幫人影響到沒定期而要找他做這堆事呢，他們又肯去做呢，這個有一個疑點。第二個疑點呢，他們還有一件事呢，就在伊朗影響到伊朗，他們這個沙地和以色列建交，跟住美國又宣布咗整個呢個中東嘅走廊啊，經沙地、經以色列，跟住再落歐洲啊嘛。嗯。變咗咪伊朗佢哋成班冇運行，冇運行咯。嗯。所以而家佢咁樣搞搞咧，你重新又要洗牌啦，又拖拉慢曬你成個進度嘅，係嘛？咁仲有啲無厘頭大哥暗示明示都會撐佢噶嘛，只不過佢又搞撚到過撚咗龍。屌你有冇索夠咗？拎撚曬殺人嗰啲畫面咧，搬撚曬上視頻，呢啲最撚戇鳩，呢啲最撚戇鳩。呢個咧佢又變咗呢啲人咧做嘢過咗龍咧，就大撚鑊啦。有類撚到後邊啲金柱，找搞下咧，你唔好忘撚記以色列個摩薩德嗰啲特工嗰撚厲害噶嘛，一定會跟到出嚟，始終又會跟到水落石出，話邊啲撚樣有參與，邊撚樣有參與。所以你有神粉幫裝班友咧，唔撚好彩嘅。但我好奇怪，嗱，我係懷疑啫。呢幾人出咗啲講普通話嘅人，佢撐呢個巴勒斯坦嘅。嗯，我相信唔係中國政府做。咁啊，中央政府你哋要跟嘅，好多啊，講普通話嘅撐巴勒斯坦嘅，踩鳩以色列嘅。因為你要小心，有人嫁禍俾我哋中國噶嘛，好多人。即係我唔係自己幫國家搞，我睇我個人嚟睇，中國政府冇咁撚笨柒搞呢檔嘢。嗯，呢度混水嚇，做咩事？屌你咁閪大佬關你撚事咩？你自己未撚搞掂自己，屌你老母！銀行擠提供員冇糧出，屌你咁香港啊吹撚緊雞，屌你咁樓價跌緊，陳茂波發撚緊夢，瞓撚緊覺，嗌加税，加利得税。唔係我講過㗎，呢個我可能問過你㗎，會唔會加税？佢而家聽我講啊，真係。你咪習近平周身唔撚得閒，你咪瞓得著啊，要抽搞中東佬。嚇！屌乜點搞啊？係。好啦，咁嗱，而家即係仲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啊，博士應該都留意到嘅，就係人質嘅問題啦。嗱，人質嘅問題咧，而家大家唔好誤會啊，唔係唔止猶太人㗎。哦，十一個國家都有份，泰國都有份啦。係啊，泰國有九個，泰國要十一個。係啊，英國有，美國有。嚇，咁啊，點解會搞出咁嘅鑊咁嘅嘢出嚟咧？嗱，其一咧就係當地咧有個演唱會，咁啊啲人好 happy 啦，咁啊英國又去，挪威又去，咁有一個德國妹又俾人懟冧咗啦，仲要除曬衫添，係嘛？但係咧，當地應該有民工嘅，有，包括埋中國。中國咧就話咧，而家有兩個版本，我唔知阿博士即係認為邊個啱啊？呢個中國護照出嚟係冇事嘅。第二個咧就係嗌自己中國人都俾人射幾槍。咁究竟係點樣咧？而家喂，冇啊！而家你一去到呢啲咁嘅極端嘅聖戰，佢哋講打聖戰嘛。嗯。佢唔係當恐怖分子嘅自己。嗯。佢哋係叫自由戰士，大家要明白。嗯。佢伊斯蘭世界嘅自由戰士嚟嘅，嗯，你西方世界又標籤佢做恐怖分子嘅啫，嗯，就各有各嗌嘅嚇。同埋佢話佢死咗之後上天堂嘅七啊，嗰個另類啦，但佢嗰個係好撚威嘅，佢係自由戰士嚟嘅，鳩，一條柴一條乜撚都冇啦，咁咪做自由戰士咯，係嘛？所以佢哋咧不可理喻嘅，不可理喻嘅，佢係攞咗佢做嘅動作擺喺電視，同埋殺咗幾多人。在個圈子度咧，去炫耀噶嘛。嗯。等於而家你香港，哇！我嗌得口號多，啊，揈得旗多，係嘛？擦得鞋多，咁你先行撚到上去坐前啲噶嘛？一撚樣，嗰遊戲一撚樣，只不過個畫面唔同啫。嗯。即係個價值觀唔同，佢哋用嗰隻在係
標榜係威水嘅，佢唔怕你笑佢咁啊，佢唔肯使睬你，佢都唔會理你班人啦。為咗睬你，你佢唔肯會做啦。係啊，冇錯，你會理你啫，係嘛？係啊，等而家你中國共產黨對我哋香港人都係屬於港英餘孽噶嘛。嗯。啊，全部啲異性份嗰啲咩嗰啲對我哋香港異類噶嘛。嗯。所以佢咪話你靚仔走啊最好啦，嗰啲廢青嚟嘅，啱唔啱啊？開口聲當你廢青噶嘛。係啊。你記得有我哋嗰啲。外國分子的人士早走早著啊！係啦，我認錯啦，唔同我哋話分道揚镳。佢眼中唔會當你有存在嘅。嗯，所以大家你要明白，而家調翻轉頭，等於喺哈馬斯班人嘅眼中咧，係冇你哋存在。你唔好坐落去手咧，就你唔肯好彩。咁啊，真係你好彩啊！真係你好彩，你喺度。因為呢啲咁嘅戰爭，世界上全部道德倫理可言講嘅。冇法律講嘅，唯一要講咧就係鬥手快，鬥你嘅架撐多，夠你嘅拳頭大嘅啫。講其他咩你又會嘥冷氣，冇是非曲直講嘅屌。嗯，咁但係啲政府都要處理呢件事嗱。舉個好啦，你要屌咧就要屌聯合國呢班唔家產。嗯，你話聯合國呢班唔家產，你年年知幾多錢啊？你做乜撚嘢？搞人權搞成喺度日日嗌口號。嗯屌你啦！冇乜柒嘢做唔撚到嘛？呢班撚樣，而家仲整個葡萄牙佬啊！你喺度做乜撚嘢？呢個撚樣嚇！冇啊！你睇下聯合國每年屌你乜使幾撚多錢啊？個撚個思維早餐度踎喺度拗嘅啫嘛！班撚樣，所以當初話唔俾錢佢攞，冇撚單嘢做撚到噶，正撲街嚟一班。屌你自己，你係聯合國，你知道世界嘅問題邊撚度？屌你捉撚翻幾個宗教領袖啦！你搞掂佢，你唔搞掂我，屌乜彈撚低你咁撚樣嘛？要有啫嘛，唔係你老母有鳩喺度廿文廿武，屌你！喺香港政府撚樣啫嘛。嗯。屌你咁樣細，你個社會咁撚動盪，你冇整啲神棍度，屌你諗到妖言惑眾又咁又咁，係嘛？嗯。又香港啲風水曳啊，又整撚咗啲咩歪斜？屌你乜啲啊！屌你拉柒佢老母去啦，國安處係咪先破壞社會嘅安定？我舉個具體例子啦。嗱，而家有一個影片啊，咁就嗰個咧就係女仔就捉咗佢嘅喺個演唱會嗰度。咁而家呢個女仔咧就係中國同埋以色列嘅混血兒。嗱，我俾你啊，博士，呢單嘢中國政府應唔應該介入？應該同呢個哈馬斯傾掂數位，即係點樣都好放啊呢個女仔。台底做唔可以，唔需要公開做。呢啲係佢係以色列公民啊嘛，關你撚事咩？但係佢係中國血統喎。屌，應該都好撚多人中國血統添。我數上啊，自古以來咁屌你咩？唔撚冇搞呢啲啦啩？你仲搞啲自古以來唔撚啱噶啦？嚇！係啊，佢意思政府自己搞啊！屌你，咪中國乜撚都唔撚出聲。中國最撚公道係點咧？話我哋而家個明明世界唔接受呢啲暴力行為嘅，要譴責嘅，但佢冇講呢句。冇。是吧你咪黃撚鳩又外交部，即係話我唔理你過去恩怨。嗯。但今佢今時今日，你係用暴力去打人，打撚完人咧，或者對撚男人咧，你就係要上 call。你唔可以話你以前佢打撚過我，屌你嗰邊可以咁噶？呢個都唔撚成立啦，辯護理由啦嘛。係啊，佢唔知幾多代之前同我開過拖。我講幾多代啦？佢前年打撚過我，而家我估撚你再撚到佢打撚翻佢，咁屌你哋法官點判啦？嗰啲行為計而家發生嘅事計嘛，你扯得到咁撚遠託撚咩？冇撚用噶嘛，屌！而家你聯合國出嚟咧，就成立一個委員會，即刻開個國際法庭，係咪佢犯撚咗嗰個罪行？你就要揾人拉。我諗肯定啦嘛，如果你睇到呢片，係啊，而家你未撚講喎，你聯合國，所以我屌鳩你聯合國就咁解啊嘛，你做乜撚嘢啊？睇到到佢做乜撚嘢啊？屌你老母死啦！你如果講一聽有道理講，我有道德講嘅啲人唔撚會做呢啲嘢啦。你連我直情又要親身出嚟組織，叫撚埋俄羅斯、中國、伊朗、以色列，屌撚美國、英國、德國一個小組，大家派一隻軍隊，派啲戰鬥人士入去拉班唔家產，咁咪得啦？係明唔明啊？嗱，全世界追殺呢班撚樣，你聯合國真要做呢樣嘢喎，咪點維持秩序啊？嗯，我覺得啱唔啱？冇撚做咩班友，係咪啊？整個專案小組啊，雖然必諸啊，你唔好學中國講啊，點解整個吳京去啊？叫中國係嚇，你中國可以揾個吳京去參加噶，屌你係咪夠靚翻個以色列妹都咁柒咧？係啊，好啊嗱，咁而家呢個局勢啊，以色列就全國動員啦，陳兵喺呢個加沙，咁咪博士，你估計佢哋會做啲咩嘢入邊？以色列都唔需要咁急嘅，你圍住佢應該，但以色列應該同聯合國申請。
由美國出頭，跟住整個專案小組，你就師出有名，即係叫做你都係一個比較文明啲嘅所為。嗯，如果唔係咧，你違反咗個世間都有少少法則，就話以殺止殺，不能止殺噶嘛。嗯，知唔知啊？嗱，你哋自首。即係講呢樣先，嗱，你自首先嚇，係做場大龍鳳，由聯合國出嚟，嗱，你自首，或者有人投案，或者接受你哋嗰個投訴，咁咪叫交人咯。即係甚至可能國際法庭啦，因為做過噶嘛，嗰時呢個蔡耀維亞嗰時，你自首，但一路自首路咧就入去拉人，一路又拉人，一路拉人，但係咧你係要幾個國家參與嘅，因為你最慘而家呢場唔係戰爭啊嘛。又不是說國同國打仗的戰爭，是吧？這是恐怖襲擊，你恐怖襲擊你可以聯合國可以做專案小組進去的嘛。當時就這個九一之後呢，美國都是首先去了聯合國先的，對對對，當然的，你就算投不到過不到都才什麼啦。現在的局勢就說呢，以色列對這個加沙斷水斷電，這個不人道的，在國際法例不人道的，因為 你涉及無辜太多嘛，你最好就真的要經過國際行動，咁你以色列參與，咁你咪自己出多啲力咯，係咪？有支力國際認可領戰，你即係你變咗唔會反撲啊。好啊，如果你入撚到去殺撚錯咗好撚多嗰無辜嘅人，肯定啦，呢個我相信一定啦。咁成個伊斯蘭世界反撲你噶嘛？因為圍攬住你以色列都有成三億人喎，隔離咗個國家夾埋啊，有成三億人啊，佢自己得九百萬一千人到啫嘛，喺佢以色列國家啱啱先，佢係唔可以衝動嘅，更加要冷靜，係咪？你要你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係咪啊？咁對方做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仲更加強硬喎。你直情以色列同美國俾錢巴勒斯坦嘅政府拉人。仲犀利啊！聯手啊，因為佢當年巴勒斯坦政府自區政府都反對噶嘛，係嘛？因為佢鬱鳩個政權噶嘛，嗰班有哈馬斯係咪啊？你俾巴助大就佢個政府就冇啦。有啲助大咗啦，而家佢所以點解成日唔撚選咧？佢一選佢要輸啊嘛，個總統，所以佢就應該乘機咧就俾翻當地政府去搞，咁咧就高手啦，係嘛？咁但係啲圖片出嚟，你俾得佢搞？以色列人自猶太人自己都即係對個政府不滿啦，即係咁仁慈啊嘛，所謂。咁你猶太人成日講喎，好撚多愛心喎，耶穌大愛上帝。唔係嗰個耶穌，嗰個係咪？唔係耶穌係猶太人嚟㗎。我知，咁但係嗰個耶和華就以眼還眼。唔係你耶穌本身就係猶太人嚟㗎嘛？係咪先？你搞大愛喎，咁而家你有咩辦法？咁要計翻你猶太人，喂，大佬你嘅恩怨情仇唔係喺打賴拜人度噶嘛？點解其實以色列嘅猶太人嘅恩怨情仇就羅馬帝國？我覺得係咪啊？嘛，你話講自古以來就由羅馬帝國掃撚佢走嘛？卡蘭，佢而家你嗰個巴勒斯坦本身叫卡蘭嚟噶嘛？係咪先？之地係啊，應許之地咩嘥撚氣？屌你咁啊！你計一計數就得一個，佢嘅仇家就係羅馬帝國。但係嗰個都唔存在啦。咪咯，屌你唔存在，咁你打空氣咯？屌你係咪？你入撚咗阿拉伯數唔撚啱嘅。佢而家你以色列亦都越霸越撚多地噶嘛？搞幾次？佢前五次嘅，包括一立過1948年，一立過第二日俾人喐啦，幾個國家喐鳩佢啊嘛。佢又打嗰次仗咧就成名噶嘛，以色列。跟住陸續有人喐，講緊到你嗰個贖罪日，又係咁俾人喐。等越打一次咧，就越撚多地盤喎。係，你先越霸就越撚多喎。高拿高行高地啊，咪加沙原本都係佢霸咗㗎。咁但係而家佢真係應該係20，佢霸到800多平方公里㗎，而家實際咧就有2000多公里巴勒斯坦。咁呢啲歷史我哋唔講啦，好撚濕滯嘅，即係越講越麻煩啦。係啊，好啦，咁我哋而家睇啦。嗱呢壇嘢咧，佢個波及世界個情況點樣咧？而家喺世界各地咧都產生咗示威啊！示威，主要係巴勒斯坦啦嚇。係啊，咁啊包括係英國倫敦啦，美國嘅三藩市啦，敍利亞黎巴嫩啦，嗰啲啊邦拖啦，伊拉克嗰啲，倒添啊嗰啲就伊朗嗰啲。咁而家嗰個講話就係英國方面咧已經禁止呢啲巴即係支持巴勒斯坦喺
即係啲公共地方舉啲旗啊，係啊，拉人啊，拉開始拉噶啦，唔準啦。嗱，咁第一樣嘢就係而家呢個局面啊，會唔會波及其他即係有伊斯蘭嘅信徒嘅地方咧？一定有啦，唔可以冇嘅。佢哋嗰啲組織分散咁多，分散得咁散，佢伊斯蘭嗰啲組織係嘛？個兩個都係哇，好似好撚威咁啊，出嚟噏下嘢打聖戰係嘛？等而家你成班香港友走撚咗外國周圍騰，都要搞翻啲香港咩議會鬥爭啊，乜喺度鳩噏噶嘛？嗯。咪而家你睇啲人個人心咧，好撚脆，好撚弱嘅。佢都要搞乜撚嘢？明知冇能力搞嘅嘢，佢都要噏下噶嘛？嗯。真係噶，佢冇睇過大局。你話出搞咁撚多問題，咪香港人嗰、那個？安全被人收緊咯，嗯、香港嘅自由一路咧就俾外邊好多人搞撚到收緊咗嘅。嗯、香港人啊，而家冇咗咁多自由啊，就俾班無撚厘頭嘅人搞到收撚緊。我話俾你聽，唔係講笑。嗯、所以好撚唔撚抵嘅。好似變咗而家好多年輕人咧，翻大陸玩，翻大陸工作喎。佢翻嚟我哋做個調查。佢話：我哋入邊可以著黑衫黑褲，乜撚嘢事都冇人盤鬥喎。係，但係香港一夜晚出嚟，咩啊？冇啊，實鬥啊，係咪啊？係，唔係講笑啊？佢話：我入邊好撚自由喎。啊，亂插五鈎兜，我喺屋企你自己幾個人，你唔撚講話打到習近平就得噶啦。你冇鬧打撚到共產黨，講話冇事噶啦。你鳩噏都得，乜撚都得。如果你話打到美國都仲撚個開心，冇撚多人鼓掌添。屌你，好撚自由啊！嗯，係啊，香港而家搞撚到僆仔咧。翻去大陸玩就咁解咁啦，我夜晚出嚟趁，話、嗯、有陣時去完卡拉 OK 有茶牌又踢兜，係啊，俾我兩個又著黑色衫又俾人踢兜，嗯，係咪文長文短㗎？嗯，所以要檢討㗎香港政府。嗯啊，咁嗱，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即係喺各地呢啲伊斯蘭嘅信徒就一定有㗎啦，一啲咁強大嘅政治組織。嗯，係嘛？點會冇啦啦隊啊？冇都要整啲有啦，一人兩嚿美金啊！咁屌咧，排緊曬隊啦。係啊。嚇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呢啲嘅各個政府，咁而家喺呢個問題上面係咪要歸邊咧？全部睇到歸邊，因為佢哋做得過撚咗份，佢唔應該擺畫面咧出視頻嘅，亦都唔贊成佢殺啲人質。更加不殺啲婦孺，即係無論你報仇好乜都好，即係呢個喺個世界都有個底線噶嘛。嗯、好啊，但係你突然間做到咁嘅話咧，而家以色列行翻轉頭咧，你死而無怨啦。咁你自己掘緊咗個井俾自己踩嘛。嗯，而家佢係不治噶，哈馬斯班友知唔知啊？嗯，佢係不治，可以話俾你聽。即係你自己掘撚咗個墳墓俾自己嚟玩，係你自己踩撚翻嘅。但據我收嘅資訊咧，係裝鳩佢嘅，裝鳩。我話齋佢點樣水泄不通，點你喐點會唔知啊？嗯，係嘛？即係唔同你正面衝突，等你撒一陣先，然後先至發你圍。所以你知你都幾撚犀利。嗯，俾我做以色列，我都會咁。哦。因為你即刻同佢衝突咧，你變咗係衝突啊嘛。嗯，我俾你十一陣捉咧埋人質，捉埋人質，而家攞曬全個世界嘅。咁差唔多，如果全世界政府都即係譴責呢、這個譴責哈馬斯啦。所以你聯合國你咪成日出嚟整個專案小組啊執法咯。啊，咁你呢個哈馬斯咪自己捉蟲咯。嗯，過咗籠啊。嗯，有少失控咯，係嘛？啊，咁美國方面咧就。即係我都講咗啦，喺嗰個呢啲右派嘅電視台或者新聞咧，就強猛烈抨擊呢個拜登。佢就話咧，你之前嚇即係將嗰個60亿嘅美金啊，呢個伊朗資產解凍嚇，咁佢係變相幫咗而家哈馬斯。佢話嗰筆錢咧就用咗嚟幫哈馬斯嘅。咁我哋完全冇證據講呢樣嘢嘅。屌你個美國記者佬，咁你有咩好講咪講啲講咩啊？尤其當初啦，而家特別你嗰啲對手係咪啊？係啊，咁而家呢個局勢會唔會影響到美國嘅政局咧？會影響佢哋要歸邊？佢哋因為選總統，你個總統都要歸邊咯。啊，你唔歸邊咧，你就冇票噶啦。嗯，因為世俗人多嘛，係嘛？
即係世俗嗰啲好撚感性嘅人啊，你咧咁咧啱啊，咁係咪咁？咁仲有，但係你美國不嬲都撐以色列嘅。咁仲有美國入邊嘅猶太裔啦。係啊。因為而家你就係睇國會入邊都有幾件係猶太裔。多㗎嘛。而家我哋睇一睇佢呢次共和黨再選邊個做議長咧，就局面會清明朗啲啦。嗯。可以過幾日選啦。係啊，佢哋而家提咗一個出嚟㗎啦，嗰個係阿 Donald Trump 即係背書嘅嚇。咁你擺佢上去，即係擺明就你傾向呢個右派㗎啦，即係勁右派，唔係右派啫嘛。佢哋都係睇眼前利益嘅嗰啲政棍，嗯，個撚個都為自己嘅，屌你啦，咪冇撚利益，冇人搞嘅一全世界，嗯，所以我哋又叫做當睇戲嘅啫，嗯，係嘛，千變萬化。但我最大的疑問就是而家呢次，頭先我都提咗啦，美國海軍即係個預告提咗，美國海軍陸戰隊喺科克特嗰度，佢哋而家即係轉移咗嘛，未知去邊度，但我估計應該係貼近喺個兩隻航母嚇，派埋嗰啲 F-35 機添嘅，好撚大陣嘅，屌美國佬嘅扮撚曬嘢出去噶嘛，即係佢學撚住伊朗啊啲人冇撚喐啊嘛，因為佢驚佢以色列一喐。咁伊朗乘機噶嘛可以，係咪啊？所以緊要，咁佢亦都要同以色列壓陣噶嘛。咁啊，你以色列係佢金主嚟噶，美國你屌你啊，係咪？屌你啊！咩？我哋金主出事喎，你唔去撐場啊，猶太佬係咪啊？咁而家真係撐場嘅啫，你至於話即係。冇，我覺得呢場仗打唔到嘅。點解打唔到咧？屌你啊！打唔到嘅，而家就爭，而家你爭在呢個啊馬哈呢個哈馬斯咧，會唔好撚彩會？會係殘忍曬㗎啦，全世界追殺佢，全世界追殺㗎啦，佢自己搞撚殘咗自己，但要劃分兩頭，因為政治好撚吊軌嘅，自己人裝佢都唔出奇，知唔知啊？阿馬斯，俾自己人裝鳩佢一鑊都唔出奇，呢個借刀殺人啦，係啊，你咁撚勇啊嘛！我而家我要搞中東和平，你阻撚住啊嘛！咁以色列你同我清撚咗場，我先和得平嘅喎。你明我意思啊？明。屌你，你沙特話同我和平咩？屌你，諗你唔清場，我點撚和平啫？佢搞掂沙利阿伯就成個局面就穩定㗎啦，係咪啊？咁你咪幫我手清場咯。嗯。屌撚古怪嘅嗰啲政治，有啲嘢都唔撚可以講得咁撚明，你哋自己諗啦。所以兩頭。都喺度捉撚棋，呢盤啊真係百年巨變嘅大棋咯！我哋習主任話齋，我哋習大書記啊，屌你！咁另外提過咧，就係油價升緊啦，有人估就去到$100美金。好濕碎咧，$100，早幾多$90幾啦？係啊，早幾多$90幾啊？曾經試過$105噶嘛，唔係而家。去過$105噶，因為點解咧？嗰陣時都幾乎$200啫，我記得。你好撚多人著數噶嘛？系啊，就係、是、啦！你油價升，俄羅斯笑噶。系啊，係咪？油佬又笑噶，你咁咪使撚咗錢就翻嚟啦！屌你，我撚好笑噶，你哋唔好當真噶。即係再重新強調，香港人啊，我講香港人，唔好唔撚八卦，因為我哋而家咧水深火熱嘅香港人，中國就嚟爆鍋啦！碧桂園宣布咗重整債務，美國即係跟撚乜恆大撚樣，遲早一樣係宣布玩撚完。呢個煲咧燒得仲撚大，搞撚電視機啊！香港人唔好搞咁撚八卦，因為我哋一開台面對咧都係環世界，係講翻環世界，我香港人嘅立場睇呢個世事，就唔可以講到咁撚高層次睇嘅，關我哋鳩事咩？屌你咩？所以最好係有錢得閒，你哋喺呢一年內咧買機票去中南美洲度假，坐遊船巴拿比海，再翻轉佢去加拿大踎下。香港人去踎到6個月噶嘛，即係走去美國又入撚翻加拿大，屌你咪冇撚搞避一避先，亂撚個亂世佳人啦。係啊，冇錢咧就走翻西雙版納啊，幫你穩陣啊。唉，江大博士，你講到話，喂，我哋關我哋事，呢場仗。有冇可能引發其他地方嘅大戰咧？冇。嗱，舉個例，而家你美國佬，我唔得閒喎，周身唔得閒喎。嗱，你烏克蘭有一鍋啦，屌唔係佢打佢打代理人，屌你邊撚幾時能撚到佢？佢使幾百億搞撚殘你俄羅斯，幾撚安樂啊？坐喺度。咁跟住你呢個周圍有人買架撐，跟住你呢個中東嘅大戰啦，咁樣大咩戰啊？同埋南海會唔會突然間有把握？屌你南海而家望你打嘛，人哋整撚曬啲架撐去準備打柒你共產黨，
你老母你遲遲唔撚走出嚟啫嘛，係咪？菲律賓一夠膽撲出嚟剪鳩爛啲嘢，總理未同你開拖啦，啱啱先啦。嗯，冇嘅，冇得打嘅，暫時。點解咧？因為中國冇錢，唔敢打。嗯，最大理由，俄羅斯又冇錢，亦都唔撚想打。佢俄羅斯搞到連烏克蘭騰到身，佢已經阿彌陀佛啦。嗯，佢喺烏克蘭，你普京甩到身咧，佢已經係天下太平啦。因為佢黨內壓力好撚大啊嘛，俄羅斯比普京係嘛？你搞乜撚嘢啫？當然佢有咁撚強項嘅資源頂得到，但你頂頂下啲人命死撚咗啊嘛，係嘛？佢咪錢問題啊，所以俄羅斯經濟都唔好啦。係啊，唔肯屌你嘅。中國冇錢搞事啊嘛。因為習先生不會開撚到聲，一定要跟美國修好，連個議員仔都要走去見佢。舒馬係咪見舒馬噶嘛？啱啱啊？以前擺撚曬款啦，嗰個唔見，嗰個唔見，係嘛？屌你布林肯又唔見，屌你啦，冇閪係咪？睇到嘅睇到，而家形勢係反撚轉咗嘅，因為中國政府係好撚大撚鑊，個經濟壓撚到埋身，透唔撚到氣。佢習先生係唔知道咁撚大撚鑊。真個唔係講笑啊！習近平本身係唔撚知道個經濟咁撚大撚鑊噶，因為喺舊年已經我哋聽到啲網上啲人流傳咧，當然有一半都係真噶嘛。佢要開會，啲散央上嚟問佢，咪真係咁撚唔撚掂，先知道真係嚇冇錢啊！真係冇錢，先知道冇錢啊！國家屌你！你哋俾華為當嘢，華為當嘢都整你老母閪咁撚多錢啦！一帶一路又收唔撚到錢喎，嗯，到撚到借錢錢俾人收唔撚到嘛？你幾撚虛耗啊國家？嗯，你再整啲咁嘅，再加上一整個動態清零，三年當堂收工，呢、這個最撚大鑊中國。動態清零之後，跟住啲水災雨災，屌你咁樣大撚鑊。跟住你仲揾曬啲王毅呢班黑衣走去整個戰狼團，屌咩周圍去扮戰狼，左咬右咬亂襯廢係咪？嚇鬼咩？咁而家咪做死狗咯。嗯、我批撚咗你做死狗啊嘛！王毅呢只黑衣，咁咪成只死狗咁踎出嚟戇鳩鳩咯。嗯，係咪啊？嗯，害撚埋長江最撚唔撚抵長江。唉、哎，笑撚死㗎！而家你都係睇，你都係睇戲啊。嗯，咁嗱，但係呢場戰即係衝突啦，嚇、啊。會唔會引發呢個即係經濟嘅衰退咧？嗰邊就不嬲都未諗好過，有錢嘅冇事㗎，中東窮鬼窮撚緊㗎啦。佢唔係嗰個貧富懸殊好犀利嘅，利撚害到不得了啦。嗱，我哋唔係講咩咩其他地方，講喺呢個加沙地帶入邊啊。加沙好撚窮㗎，嗯，但係加沙入邊亦都有班人好撚有錢嘅，好撚奢侈嘅，佢啲建築物靚撚過以色列嘅，等於中國一撚樣。屌你阿妹，個撚個啊，一千蚊人工都冇，屌你阿妹，仲誒對鞋穿窿嘅，你睇睇我哋阿許家印大哥，屌你阿妹私人歌舞團係咪，日日喺度揀飛，屌你老母你啫，係咪真嘅？我哋係咪先？哇！真係有翻上水平喎，真係停車極似㗎，一撚樣中東一撚樣，中東一撚樣，所以你話叫佢哋話喂搞民主搞自由，坐喺個位，許家印都係黨員嚟㗎嘛，你搞咩啊？屌你阿媽！我黨員喎，特權喎，享受緊咁撚多利益，你冇自由就關我撚事啊？佢冇咩？乜幾撚自由啊？係嘛？整個歌舞團喺度揀飛都得啊！又有幾隻私人飛機係咪？係啊，遊艇啊，仲有遊艇出賣啦，遊艇啦，唔再講添啦，係咪？啊！屌你阿媽幾撚威啊？威撚過屌你媽你習近平書記啊！嗯，係啊，佢可能個地方政府個辦公室仲即係威過，即係靚過中南海入。靚過你習書記出佢門有本撚多隻私人飛機咩？你邊度敢搭落大股揾幾廿條女傍撚住你啫？屌你阿媽！真㗎，習先生，我哋前做許家印唔撚做你習近平啦。如果翻中國就係咪？屌你阿媽！死一世唔死大半世啊！係咯係咯，都話幾耐屌有乜所謂啫？享撚到盡啦！係啊。咁你以你自己觀察咧，啲中東人咧個宗教信仰咁強，但係咪其實個生活都腐化嘅？唔係腐化係嗰啲有權力喺手嘅人，窮奢極侈嘅。特誒同埋，中東忘記有啲國家係窮嘅，有錢嘅唔係好多個國家啫嘛。嗯，約旦嗰啲咪窮咯，都冇石油出。冇油嘛。唉，窮撚閒噶嘛！有油同冇油啫。有油嗰啲國家咧，就你睇嗰啲包頭阿婆咧、阿嬸咧，
一除你嗰件袍啊，屌你有乜最撚靚嘅名牌，最撚新嘅名牌，佢又喺度。咁但係你嗰件袍點解要著啲名牌咧？佢件袍都織撚咗金製嗰條邊，你唔知好撚貴㗎啲布料有啲。嗯。一望就知道你係貴族嘅。嗯。好撚貴㗎，有啲有錢阿拉伯女人。嗯。好撚恐怖㗎。喊不喊不是你們外面人所想像，你想想他那些肚皮帽，那些女人多漂亮啊，是不是逐個慢慢選啊，最懂得享受就是阿拉伯有權勢的人的，美女如雲，是不是任你選。 我有個朋友就是去這個沙地阿伯邊那邊做那些化妝品 的檔口，他話啲人戴曬嗰啲咩罩，但係入邊罩到好多化妝。係啊，好多好多，好撚好撚古怪啊！世界，你睇表面嗰套唔係嗰套嘢，係你嗰啲冇權勢嘅人咧，就係非人生活嘅。有權勢嗰啲窮奢極侈嘅。咪佢哋點解嗰檔嘢啲神權咁撚犀利咧？嗱，譬如話喺啲某一啲回教國家唔開名啦，因為你一講伊斯蘭教咧，好撚避忌嘅，你讚佢都唔撚妥嘅。他們有些有權勢的人，你開一間餐廳，你不請他簽個名字，你都不能做得的嘛，犯法的，很麻煩的，他的權，那個權力很大，所以他現在他巴勒斯坦，他最麻煩的就是這班人要搞一個原教旨主義嘛，用伊斯蘭的法律立國，立國嘛，所以很麻煩。其實他不是一定要用這個伊斯蘭立國的，他有班人要爭取，因為他自己好處嘛，控制了嘛，現在你印尼、馬來西亞那些就是世俗性的伊斯蘭，世俗化了咯，印尼和那些你馬來西亞啦，你都是我們去過見到，你有人就生氣了，是成身都是，有些是穿到暴露 的那些是唐人，是吧，那些世俗化了，那他又不會搞你，不會搞你，不會搞，但是那些地方不行的嘛，即係總之佢嘅地方，你就唔可以有外國人嚇喺度嚇，飲酒又唔得，咩都唔得，乜都唔得嘅嚇。你而家你好多世俗化咗嘅，咁啊喺伊斯蘭世界咧係另類嘅，你要真係入境要問禁嘅，你冇必要。但我哋喺個人嘅意見咧，就聯合國咧係冇做過工作呢檔嘢，即係既然間你咁多人權組織，你聯合國你有責任咧。他將這些落後了的宗教思維要重整的，因為你對個時代脫了節的嘛，你例如現在阿富汗這樣，女人不准讀書，車都不准駕，屌你，不准出街啊，他原來出街要一定找個他老公，那你就違反人權咯，所以聯合國就要抵屌咯，你做什麼，過了一個，那你美國、英國、德國這些大國包容，你想想這些工作你不准做，所以我哋睇佢嗰啲宗教神棍唔撚起噶嘛，個撚個揾笨柒嘅。真噶咪講笑啊？點鳩你信啊？日日講大話，又冇講撚到有屌你撚咩？最撚講大話就係嗰啲宗教嘅代理人。大家睇下 PK 外傳啦，印度電影。打個 PK 外傳，包你睇完咧拍手掌。係一套好好嘅電影嚟啊！好，阿 Mark 做。好啦，咁撚啲就最後想問下阿博士啦。這個宗教的信仰是不是現在這個全世界的戰爭的根源三分之二都是他們引起的，在世界歷史上的戰爭三分之二因為宗教而引起的，有統計的，所以歷來呢就都反映對的，為什麼呢，有個緣分，我看北極風情那本書，無名氏那本書，是的，十三四歲，就有講到佢都希望世界咧未來有一個新嘅宗教出現，所以而家我搞緊呢個釋迦文化咧，我都唔當宗教，就係我搞嘅嘢，我就希望喺我自己國家咧搞先。咩？你中國而家共產黨無神論，我屌撲街啦！你咪真係無神論喎！你唔知咩叫無神論，所以有我嗰檔嘢咧喺中國咧有好多盞燈點喺度嘅。所以第一檔釋迦文化中心喺梅州起好嘅廿年前。慢慢慢慢點起盞燈咧，慢慢發揚光大，即係話咧，我哋可以改睇一個新嘅信仰，就唔需要用啲咁嘅神權咧去搞信仰，唔夠用嘅神權。因為個科學咧已經去到上太空咯，揾唔揾到嫦娥喎？但美國都鬼都犀利喎，人哋一早六十年代上月球即刻翻嚟，唔俾念 Bible 上堂，
佢睇唔到有天使嘛，知道唔夠力啦，咁啊將佢轉移咗咧，自由、人權、啊、平等，改良美國改得好快，因為佢二百幾年啊嘛國家，所以我哋中國要喺亞洲特別喺中東地方，佢進行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冇啊嘛亞洲。我當年某一個國家總統係支持我搞呢個亞洲文藝復興運動。屌你媽！後屘佢炸鳩死咗咁啊！屌你媽！咁冇得搞，所以人生我哋都好惆悵噶。喂，阿多沙哥，你幫手搞搞完，我提名你攞諾貝爾和平獎。屌你媽！我仲要執到隔夜嘢咁撚開心，哇！無撚端端我攞諾貝爾和平獎，搞撚亞洲幾個國家啲戰爭啊！嚇，但係都冇呢、這個，攞到又如何啊？不過但都要做嘅工作，希望人類未來咧。你嗰有識之士，嗰掌權嘅人物咧，其實世界咧十零個人啊傾得到偈㗎啦，唔超過二十個國家坐埋，咪重整嗰個信仰文化，世界可以和平，真㗎。同埋聯合國要立法，將啲宗教咧重整。喂，點解唔重整到喎？點唔重整啫？你咪嗌鳩嗰長老出嚟，琴晚發夢見到上帝同佢講。我見到曾神阿拉布夢要改革啦，啲嘢唔係唔符合呢個時代咧，咪講啦，又鳩佢哋噏嘅啫嘛，啲信徒係咪啊？屌你咩長老點講佢哋信㗎，好咧戇鳩㗎，唔係點你㗎？嗯，係嘛？做到嘅呢啲工作，即係話你呢代人算緊數。我有個新嘅信仰文化改革咗咧，係未來嗰代人緊要啊嘛。日本仔咪好咯，日本仔好㗎。嗱，你天主教、基督教咧，好難入日本嘅，係嘛？係啊，佢維持嗰個神道嘅信仰，仲有佛教，佢係將個神道同埋佛教咧改良咗人格化咗嘅，嗯，好過癮噶。所以你唔好當日本仔咁多神廟迷信，佢唔迷信噶，你表面佢一種信仰嚟嘅。但佢信仰嗰個角度咧唔同嘅，同你普通人啊，即係求神求佛啦，點求富貴啊，求打小恩喊話唔同，係兩件事嚟噶。嗯，佢係好科學性嘅個信仰得嚟，架仔。嗯，所以我哋中國真係有一個好嘅信仰文化。而家我哋缺乏咗啊嘛，咁就係信錢、信權力、信女人。咁而家你睇啲幹部過嚟，我撲街你三樣啫，走唔甩嘅。係。全部呢啲係真係有權咁跟住，權色財，權色財咁啊！全部有係啊，三毒屌你係咪？嗯，咁但係嗰個宗教好吊軌啦，因為嗱，舉個例，譬如話你基督教咁啊，講即係大愛啦，佛教講慈悲啦，伊斯蘭個意思都係和平噶。咁點解咁吊軌？就係全部都講呢啲嘢，但係點解個個都打嚟打去咧？講啊嘛！一等於講民主上撚咗位嗰陣時，攞撚咗權力嗰陣時，佢民主你唔撚民主噶嘛？因為你係人啊，人性本身係自私噶嘛。嗯，係嘛？你講話過咧，我識講噶。你講嘅一套，做嘅有一套，做緊嗰陣時個心諗嘅有一套啊嘛。你點樣搞啊？嗯，係嘛？所以你而家你面對啲咁撚混亂嘅世界咧，就搞撚掂自己，唔好撚理世界咁多嘢。乜得閒吹下水，講啲怪論。屌你算撚數，唔好撚駁嘴添啊！講撚錯係應該嘅，我哋係咪？屌你咩特登要講錯，咪你冇命啊！屌你！係啊，有啲嘢唔講得添㗎，真係。講撚錯咯，話屌你有亂七五鬼，我話啱啦，咁你冇事。嗯，你有冇啲講啱都會死啊？講啱會死人㗎。會死唔講得嘅，即係例如呢個 JPEG 四講啱你都幾大鑊依家係嘛？嗱，你叫收下聲啦，係嘛？係啊，全部收下聲啦！而家冇人講啦，冇人講啊，冇人講喎，點解冇人講咧？係啊，其實好易講嘅嘛。嗱，你即係如果你真係冇事嘅，就好易講嘅成單嘢。係啊，咁點解唔講得咧？因為後邊個勢力太大。唔係你咧，臨咗一話出事啊，咁撚快 set 逃份租約，點解 set 人要租約都要講下數啊嘛？係啊，咁順攤嘅點解？咁撚快 set 土，點解人挑選啦？屌你老母，係咪贏咗分啊嘛？啊，阿細侄，我關照你啦，整個檔口俾你啦，屌你啦，咁我又介紹啲客俾你啦。唔係，同阿博士留意下，先排嗰啲好多嘢講，而家全部唔講嘢啊嘛，而家。佢哋冇嘢講喎，又佢哋又唔識講。要講就講緊曬啦，咁多人講。而家最緊要你，如果你講嘅話，喂，
教鳩阿特首超同埋佢 CEB， 嗱你邊度追錢咧，咁咪得啦，係咯。嗱，我如果阿林作，你講啊，邊個你老細啊？又係佢講咗啊，佢講咗，但係佢都斷撚股。你明白到而家咧就最緊大咧鑊，你要問政府點解嗰個商業登記或者呢間公司做廣告，你冇登記公司名，冇 search， 冇 search 啊？咁呢間公司登廣告嘅董事或者股東，你點解唔去拉人？好撚簡單啫喎，係咪？如果你啲人唔撚追問啦，你冇咗蘋果，我唔知道東方報而家係點解啲記者冇問？呢其實文匯大公要問㗎。文匯大公要問嘅，因為你第一陣你去地鐵賣廣告，你而家有商業登記噶嘛？咁有股東名嘛？你間註冊公司有冇註冊咧？我諗實有嘅，你如果你冇，你咪跟咯。你都冇，你冇成到而家未燒撚到去賣廣告嗰班人。嗱，而家我哋提出啦，使唔使我教你做嘢啊 ？CCB 啱唔啱先？有使我教你做嘢啊？你班警察大哥？為什麼你沒有問撚到去這個中撚的線索？兩年前去賣廣告那班人，邊撚個做經理？邊個做董事？係嘛？幾時成立？姓乜名乜住喺邊一得？係嘛？嗰度冇，到而家冇。而且嗰個廣告肯定係假噶嘛，因為佢講到係日本呢個交易公司啊嘛，嗰個肯定係假噶嘛。佢冒認咗啦，咪已經冒咗咯。表面證據成立，已經你睇到已經有一個 case 喺度噶啦。咁點解你喂大家而家到而家冇人講？係啊，冇人追蹤佢，冇人追佢。咁因為後邊嘅勢力太大啊嘛，你邊度敢即係去講呢啲嘢？又唔可以話後邊勢力太大，一啲有即係明哲保身啫，係咪啊？但呢個你中聯辦會做咯。你中央政府去做啊，因為而家你保持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嘛。因為而家你知唔知嗰成交啊好撚慘啊，衰撚過深圳啊。係啊，跌到唔知第六位啊嘛。屌你都400多億成交一日，笑撚死你啊！遲撚咗聯交所屌你皮費都揾唔撚到，大領落啦。咁但係要我作為一個小市民，我講我而家點解買港股？我美股我都買到，我點解買港股啊？有啲唔識買嘅港股。即係美股，你講唔識買，唔識買，你都買邊只？哦，因為咁撚多咩點買？咁喺香港仲有集八婆啊！你又講啊內幕，佢講內幕咁柴娃娃噶嘛？係好撚古怪嘅。你買極咩呢個咩啊？騰訊啊嚇阿里巴巴咁，你買極啦呢啲咯，你買啊咩平安保險啊呢啲咯，其他你唔識買噶嘛？你一千隻都冇零成交，每日香港而家我都唔知個交易所搞乜撚嘢，一千隻冇成交，你都冇成交上，你飛撚曬，唔好撚住個位啦，啱唔啱？好撚搞笑啊！呢個財政司要拎佢打靶，繼續踩鳩呢個陳茂波。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啦，即係香港呢個財政司點樣搞而家呢嚿，即係呢個香港有呢個局面啦。好啦，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咁呢節我哋要講講啊呢個即係香港啦。咁但係未講之前咧，亦都講講呢個中國外交上啊嗰個即係發展。咁最新咧就美國嘅參議院多數派領袖舒馬咧，呢個民主黨啦，就去咗訪即係北京，見咗好多人喎呢次。係啊，過排都見啦。係啊，見到好多人喎嗱。唔係佢想見見㗎，係中共國要叫佢見啦。點解？做場戲俾美國佬睇咯，啲傳媒。即係想做 friend 咁解咯，咁啊好事嚟嘅，但佢哋忘記咗你見乜見物冇嘅，你而家你要講行動啊嘛，你自己中國政府成日講啊聽其言觀其行，咁咪俾一啲行動人睇咯，係嘛？但有個消息傳出嚟咧，就我諗中文報章冇報導啦，就係話喺呢次訪問啱息直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中東嘅呢場咁大嘅一個衝突啦。就呢個舒默當面去問阿習近平喎，喺呢問佢點解唔表態？係啊，佢又表態啦，我支持巴勒斯坦衝突咯，同埋佢係要盡快停止戰爭啦，呢個衝突咯，你當講撚咗咯。咁但係人哋唔係要求呢樣嘢啊嘛，人哋係要求你譴責呢。會有我哋中國行自己獨立自主嘅道路啊嘛，特色中國社會嘅價值觀啊嘛。
同埋佢係用嗰個自己中國邏輯啊嘛，冇得拎拗嘅，屌你咁嘅世界，除非佢哋瞓撚醒咗，知道啊呢鋪石好牌嘅咁啊，係嘛？而家佢仲未去到嗰度啊，即係點樣講啊？中撚咗三毒啊嘛，佢哋，權財色等於馬列無三毒，真㗎唔係講笑啊！而家中國嗰個三毒未除，中國永遠都唔會好嘅。我國某人公開講：如果你馬列無思想，你仲用啲思想去治理個天下咧，中國只有越嚟越沉嘅啫。而家沉撚到香港所有幾間大學啲排名都跌撚曬啦。哦，咁你呢個以港大為首呢個事件，咁我哋都有提過啦，係咪啊？嚇，其他大學都跌啦，跌啦，啲排名。你一搞馬列無三毒已經跌噶啦，你一冇咗個學術自由啊嘛，冇咗學術自主，咁你喺度鳩噏話創新科技乜乜鳩噏啫，係咪啊？笑鳩死人啦！而家你華為點啊？琴日大公報仲頭版賣啊，5.5%啊，係速度好快。係領先世界啊！你唔好話佢唔係，佢有一部係喺實驗室啦，屌你老母！一定係嘅，有一部喺實驗室啦，屌你啊！冇鎖緊咗，點會咁講嘅？喺實驗室，屌拎唔到落工廠做嘅。嗱，我但係博士，我想喺呢個外交問題上面咧，其實以中國而家嗰個外交嘅智囊，佢哋理解了解中東。或者甚至呢個西亞地區入邊嗰個盤根錯節嘅勢力，呢個瞭解佢哋有幾深咧？佢瞭解到唔敢講，因為你違反咗我哋一尊嘅想法。一尊咧就又喺度發夢食好餸，佢又想同黑沙克再又起煉油廠又成噶嘛。佢又俾俄羅斯裝鳩佢彈弓有喎，佢仲想隻手伸撚到佢嗰陣時，佢咪搞撚咗。沙地同伊朗嘅係嘛，又話建交又話成啊嘛。嗰陣做呢個，我哋有半年前我哋有講過啦，就做咗呢個即係 broker 啊嘛，嗰個即係幫佢哋去和談啊。佢都唔撚明白沙地阿拉伯嗰班友咧最撚古撚滑嘅，普通人唔可以同呢啲人來往。佢哋嗰個世界伊斯蘭世界，特別喺奧斯曼帝國開始。跟撚住咧就散鳩咗，又整啲南斯拉夫又散鳩咗，跟住嗰啲咁嘅土耳其有啲古靈精怪，屌你阿母！一個鐘頭講嘢反轉面啊，唔係嘅，好撚難交手啊！反而你同蒙古交手仲好喎，蒙古帝國，蒙古人咧唯一嘅價值觀咧就話，你只要唔揾佢笨柒咧，佢就得噶啦。你對佢忠誠啊，佢好注重嗰個忠誠嘅，所以嗰陣時當年蒙古能夠雄霸天下嗰陣時，個蒙古大帝國咧，所有生意咧冇糾紛嘅，特別同蒙古人交手啊，由呢個歐洲去到亞洲，完全係可以一條路冇線，係啦，同埋好多人咧係賒咗貨俾蒙古帝國嗰啲商人，出年找數就出年一定輸時找數俾你，好古怪嘅。好啦，如果你唔夠膽嘅話咧，你又俾少少佣金俾嗰啲王爺啊，同你做擔保人，咁咧你又可以好撚安心嘅。即係我唔撚信得過呢個對手啦，揾個王爺做擔保啦，個王爺得啦，你放貨俾佢啦，咁啊揾筆口噏咧，到時啊找數嘅。好啊，咁啊，如果你想知道呢啲歷史咧，大家睇一套劇集啦，好睇嘅。如果佢家人有睇咧，就唔會做乞衣啦。個名比較冷門啲啊，大聖魁啊，大聖灰灰斗個灰，鬼字邊仲有個斗嗰個灰。大唐盛世個盛，大聖灰劇集嚟嘅。咁啊，講我哋以前晉朝嗰個山西啊，晉商。咁啊，開拓咧係中國好文明一個政商咧，就係去到俄羅斯做生意，一生人嘅歷史，點樣去相處，點樣成嗰個大家劇集。如果你話想做生意做人咧，嗰個劇集都係百幾集喎，
都幾撚犀利喎！講睇劇集百幾集，咁啊，大家值得睇嘅。睇下古代啲人啊，同蒙古人做生意嗰種作風係點樣？但我想問翻頭先嗰個中東嘅問題咧，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如果喺嗰個美國嗰度，佢哋搞掂咗嗰個沙利阿伯同埋呢個以色列之間，其實對周甚至對中國有冇影響嗰度？有影響。其實對中國影響是好的，即係你做不到話你習近平發嗰個中華大夢，一帶一路，你咪冇撚搞咯。因為你搞不掂啊，你搞落咧，你抌幾多錢都唔見咁撚多。咁啊，你停咗唔搞，你跌埋心水，搞自己國家隔離左右、隔離鄰舍嗰鄰近國家嘅矛盾啊、衝突啊、南海啊、台灣啊咁。咁而家你口聲聲叫支持巴勒斯坦獨立，我哋上網睇撚到喎，台灣佬話咪咁，你不如支持我哋台灣獨立啦，咁撚樣喎，係咪啊？你撚古撚怪啊！啲網上流傳嘅，唔係真係咁講，佢講係啱。我咪屌你，我唔中意講呢啲無撚謂嘢啊嘛！事實真係咁啊，個市場有反應，係嘛？跟住咧就話，喂，你搞鳩我台灣，你美國佬啊撐撐我台灣。獨立有一個撐鳩巴勒斯坦獨立，搞緊翻你美國嘅馬仔以色列咁樣樣講啊嘛！呢啲亂插唔講嘅，大家聽下就算噶啦。其實中國而家邊度得閒啊？周身唔得閒，屌你逼閉完喺度等爆鍋，屌你啊！我唔知燒緊到幾多個火頭。係啊，我依家會講啊嗱。咁呢個外交問題咧，傳説咁啊，睇下博士即係覺得呢個講話啱唔啱？佢話習近平好想去訪問越南。而且去訪問越南，要帶成千人去。佢度度都成千人㗎。點解帶成千人去做乜鬼？驚啊嘛！驚咩啊？驚暗殺咯！係直情係驚暗殺。你個個唔係淨係習先生，個總統出外帶咁多保鏢都係驚暗殺。呢個係人身安全嘅，個都係驚嘅，唔係淨係我哋偉大領袖驚，驚就應該嘅。因為佢身負重任啊嘛，我成個中華民族個夢等佢發啊，大佬一人係天下之安危，屌你老母一尊嚟啊，大佬，屌你老母佢驚係應該嘅。但佢冇諗過喎，800多人冇撚用嘅喎。如果真的有人策劃暗殺一個國家的總統，不是我們中國啊，盡量少說中國的事，因為廢人要黐他們，無論是益他的，保護一個人是很大領獲的，不是說笑啊，譬如說我保護你台長，由現在你這個工作室新蒲崗，去香港而已，明早去開會而已，我屌你有沒有起碼動用成100人的。唔係我自己親眼見過，因為嗰陣時啊，基辛隔離香港啊嘛，佢退咗役噶啦，即係佢唔係已經正式啊嚇，已經唔係嗰個在任噶，已經唔在任啦。我見到前邊啊，全部啲美國保鏢啊，係啊，四隻角唔知借過六隻啊，嗰個近身嗰圈人咧，仲有外圍外圍啦，再有外圍咧，嚇真係跟住佢行喎，哇真係。而且啲人唔高大喎，係啊，嗰啲保鏢咧，如果你鬼佬嚟講咧，個個唔高唔過我噶，你又唔見嗰大隻喎，啊，你要知恩到保護一個人係花好撚多人嘅，因為你喺新蒲崗去香港經過咩路線？邊度有彎位？邊度咧有最好嘅襲擊點？上邊喺槍射落，咪咯？點咧？所以佢全部咧喺邊度你會停嘅？你要停車嗰時咧有危險啦，好啦，到你去喺度轉彎嗰時咧，你一定減速噶嘛，一減速咧，你平時咧你要超過25里，因為25里咧佢嗰離遠嗰啲左邊手嘅槍咧 ，sniper 都難度高好多嘅，你行緊25里或者30里，但係啦，你一到喺度10里嗰陣時咧，你嘅危險度就高啦，可以彈緊中你嘅喎。佢計到數啊嘛，當然有陣時你扣雞嗰陣時，佢嘅風速會影響你啦，係咪先？但如果你攞高準嘅架撐咧，你一喺彎位最撚好就係扣雞嘅，因為佢彎位你一定減速啊嘛。所以你保護一個人啊，成100人㗎，因為你仲有前路探隊咧，仲你仲有 B 兵咧，一細息唔對喎，點突然間話前邊無撚端端整個路牌話整路咁，點你混路行咁，你成添人跟住嗰啲車行埋掉頭。走噶嘛，好撚大撚鑊嘅，
所以咪話你保鏢咁靚，你咪人多有用噶。嗯，你嗰800人企邊撚度啊，習先生？屌你好散冷氣咩？有人笑啊嘛。啊，百零人應該嘅，即係100人。咁啊有隨從啊。咁同埋你仲要信佢當地嗰個政府入波啲鴿俾你噶嘛？係啊。好啦，因為嗰陣時印度金乃迪個仔啊，佢個老母今年有個仔做撚咗總統喺。金地夫人的兒子，他就在我們塔米爾那邊被人暗殺，兩個都暗殺了，金地夫人被人暗殺，他的兒子拉吉夫又被人暗殺了，他拉吉夫就在不信我們說，他下去印度南部塔米爾，我就屌你，你們不能碰的，我們找陀地做你玻璃甲，他不能接受嘛，他不接受就死了，好撚古怪嘅世界，屌咩啲人唔撚知，你為多保鏢有撚用啊？仲有個貝羅齊爾啦，個巴基斯坦個靚女啦。我嗰個靚女又係嗰個有好多恩怨情仇嘅。唔係成架車爆噶嘛？係啊，佢嗰個好撚多恩怨情仇嘅。我自己兄弟咪屌你有冇俾個八婆個舊工人？屌你咪走嚟獻花，你有冇個老女人一拉雞咁咪炸鳩死啦？嗯，唉，好撚化學嘅嗰陣時，孟加拉嗰個仲快死啦，做咗連總統都唔夠。唔係好亂噶啦，嗰啲國家真係真係真亂到，叫你做唔好撚做噶，你好撚好做咩？係啊，嚇！咁誒呢個越南啊，我哋睇睇去唔去到啦嚇。咁啊，佢有去到嘅，實去到，去到啊，實去到，但去到咧會好撚惆悵翻嚟咯。嗯。越南仔最撚憎就是中國人噶嘛，大家好奇怪喎，佢哋表面上咧係戰友喎，但係發展到而家咧，大家上市場或者上網 search 到嘅越南人，包括民間同官方最撚憎就係中國人，好撚古怪。唉，而家世界中國大陸咧。啲低端人口咧，最好閂喺埋門，搞撚啲唔自己，冇咁多嘢，冇撚有債務先，等個國家多翻啲錢先啦。啊，咁我哋講講呢個碧桂園啦。咁啊，繼恒大之後咧，而家就碧桂園應該傳咗個消息出嚟咧，就佢哋個債咧就應該要又要重整啦，啊，即係美其名啦，重整啦。咁呢壇嘢係咪代表話，即係成個嗰個內房嘅即係內房股嘅問題？應該有30間要跟住啊，都爆。爆陸續爆，捱唔到啊！捱唔到啊！因為你佢哋最緊慘整咗嗰啲叫內保外借啊嘛，內保外借，內保外貸啊，嚇變咗個個揸美金，如果你揸人民幣冇所謂，咪開緊韓國基因咯。但你要還美金啊嘛，頂唔到啊，所以唯有就要引爆咯。但不貴完爆咧，有可能大鑊過恒大。點解？他欠的錢都是欠萬松的億，恒大欠20000多億，但萬多億他一做那些，他有些起了不清不楚，那些單位周圍那些垃圾的城市多，你明白嗎？所以就牽連很大，因為恒大都欠幾條大數嘛，那些大銀行，個個欠100-200億，一個最少100多億，但你碧桂園係咩啊？有10-20億嗰啲，咪搞到咪滄州嗰啲擠提就咁樣搞咯。哦，即係佢去到嗰啲地方。係啦，因為佢經營嗰一條線咧，冇恒大咁高檔嘛。哦，即係啲3-4線城市。係啦，咁佢又冇恒大咁多商場咁多城啊嘛。同埋你係佢起咗民間樓仔多啊嘛，所以就牽連好撚大。所以佢早年嗰姓楊嗰個女人咩啊？咪自己騰咗錢出嚟做基金嘅，你記得啊？係啊，我哋有講過嘅。如果走走資啊嘛，係啊，走唔到嘅。點走啫？一定係捉翻你翻嚟啦，真係。走唔到，走唔到。咁但係，喂，如果博士佢哋存咗啲錢喺瑞士銀行咁點啊？美國佬話會將佢哋通天噶嘛？咁有人中央政府或者習先生佢話咩？通天就冇啦，你同我搞撚掂曬翻嚟兩份分啦。中國會多好多錢㗎。哦。我相信有10萬-8萬億美金噶，哦，即係嗰啲咁嘅唔見光嘅錢啊，係咪先？所以又咁呢個解唔解釋啊？點解呢個要同阿舒默傾咁耐咧？咁你因為你想去 APEC 啊嘛，哦，
嘛？哦，咁你想欺騙，咁你梗要揾啲人翻去講下啲好嘢，唔好到時咪屌你咁糟糕質我啦！你我去印度你送粒糖，你咁樣我帶翻兩粒糖翻嚟同我啲國民交差啊！屌你啊！我哋去印度學撚咗喺南非，喺南非咁咪窩撚，再俾裝一鑊撚大鑊噶嘛！因為美國佬都撚陰濕噶，下邊撚多人。真係噶，佢好似呢個王毅都閪撚過西多個 like， 我話俾你聽。嗯，因為佢而家你唔撚住佢要去，佢霸埋外交部長做啊嘛，你唔切啊嘛，你點樣同阿習先生部署呢？係咪啊？你南非搞到一撇屎，好你出美國，而家又有啲中東問題，實問鳩你嘅喎、啊。對於呢個哈馬斯嘅暴行，你一定問你㗎，係啊，係一定問㗎。你一準撚被解簽就得啦。你話大唔大領落啊？好啦，你而家你過幾日，佢又話下個禮拜出席嗰個喺北京搞嘅一帶一路嘅咩第幾多週年，我知唔知噏乜撚嘢啦呢個？嗯，係咪先？佢出席個一帶一路嘅幾多週年十週年論壇啊？嗯，茶餐督產啊，呢次撐條撚啊！有啲問你喂，咁你嗰一帶路點啊？咁去到中東嗰邊點啊？去到你企撚住喺度咯？你嗱呢啲係國運曳啦，咩叫國運曳咧？個天機難測，臨到你想搞嘢之前，我整壇嘢截撚住你，你唔知噏乜撚嘢，係咪啊？所以都幾撚慘噶，習先生你要送命噶。嗱，小弟郭某人係你未上場之前第三次連任咧，我批咗嘅。我哋想連任咧，你係人生最撚不智嘅，唔係應該做落嚟。用翻黨內嘅傳統，第二個人上位，咁你習先生咧就。全身而退，最撚高明，維繫翻嗰個輪替嘅制度喺度。呢個鄧小平建立噶嘛？邊個建立都如是啦。咁你個制度順利接任嘅，你世事唔可以強求。一強求咧，一定出禍。我哋睇咁多嘢，你上場屌咩整個清零三年，夾撚住你做又死唔做死。你個人好勝啊嘛！我點解要跟西方世界嗰套啊？我老喺自己搞一套、嗯、啊！我共產黨天下無敵，我咪撲你個街咯！嗯、你何人到十幾億人陪你撲街啊嘛？咪講笑啊！習近平啊，你唔好以為你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唔撚合格嘅領導 ，nothing 啊！我當你呢邊柴仔點講話人類命運共同體，你去做啊！而家中東嘅共同體一幫你，屌你有冇你去做啦、啊？一索撚咗嘛？啲人唔講得噶。嗯，你嗰啲上帝啊？嗯，屌你乜上帝都俾人屌啦！而家搞到咁嘅嘢度，屌乜鬥爭鬥到而家、嗯，耶穌啲咁嘅宗教啱啱啊？嗯，屌乜又話咩神愛世人？而家你問嗰啲宗教家，聯合國嗰啲冚家產，普京嗰啲又東正教，個撚個都有宗教信仰嘅。嗯，你老母你咪點乜猶太人都忘記咗己所不欲勿施人先？系嘛？嗰撚個都係宗教嘅，呢班撚樣屌你乜啲行為行文咩係宗教？你哈馬斯都全部都好撚虔誠嘅宗教徒嚟添啦，係咪啊？屌行為仲衰撚過屌你係咪普通人民間嘅古惑仔咧？啲、嗯、手段仲殘忍咧、嗯，連我哋中國人嗰啲道合道都冇咧個精神，係咪先？屌你係咪啊？鳩噏嘅啫，啲宗教佬、啲、嗯、神權佬，你信一成都雙目失明啊！嗯所以我唔撚中意信教嘅，睇撚得多嘛，下慢慢問柒嘅，屌你啦，冇閪。嗯。啊，咁嗱，呢個即係樓價。習先生冇人啊。啊。你所以佢哋想搞外交咧，你唔掃走王毅，你唔擺低個馬列毛思想，中國一定冇運行。嗯。等於你香港，你唔剷除呢個陳茂波咧，包你做乞衣香港。嗱、啊，你講呢個咧就係、是、啦，最近咧就有個統計數字啦。銀珠盤多了很多，咁一路都我諗由呢一兩年我都聽到唔少噶啦。咁呢個樓價跌咁咧，阿博士又講啦，唔關我哋事啦。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個税收關我事，但我就望佢跌嘅。嗯，係啊，點解咧？屌你大衞士啊嘛，跌咪好咯。嗯，屌你冇我啲多撚咗嘅，賺咗翻嚟啲貨未？屌你冇跌咪跌咯。咁你個社會好啊嘛，健康啊嘛，啱唔啱你搞到咁撚貴。成本好撚貴嘅香港，屌你！全世界國家冇人炒樓嘅，係你老母喺華人社會中國大陸炒撚到平平白白同香港，有幾個國家嘅樓炒你話俾你聽？
咁有啲唔准炒添。唔係你有幾多個國家有樓炒啊？咁你拜咩人啫？屌你咁你再炒咁咪願賭服輸咯，係嘛？咁但係你個問題，而家個政府嘅收入就係靠你呢啲樓價升、地價升。咁你政府無能啫，你個國家冇樓炒，咁唔撚使有收入啊？啱唔啱先？屌你幾撚大開幾撚多收入啊？瑞士乜撚嘢冇炒？嗯，仲有錢派添。係，屌嘥撚氣。嗱，我之前就問過博士啦，我話而家你即係睇今年嗰、那個即係財政預算係咪啊？或者你個股嘅收入，咁一定就撲街㗎啦！而家股就一定係又係千幾億嘅赤字㗎啦。當其時我而家已經2400啦。我都剛才講過啦，會唔會加税？嗰個博士話唔使加税嘅，你借錢得啦。我而家唔係喎，陳浩波話存啦，又係存啦。政府部門緊縮開支，係啊，炒人減薪。減薪係啊，咁喺呢個時候減薪加税，你話係咪死得幾嚴重咧？有得加嘅又唔死嘅，有錢先有得加啫，係咪啊？屌你，你冇收入加都冇咩？但係呢啲咁嘅撚樣，會計佬唔係諗呢啲諗乜撚嘢啫？佢唔識開源啊嘛。嗯佢係好撚戇鳩噶嘛？呢啲咁嘅會計仔，屌你啦！冇閪教鳩梁振英點樣呃税啊？點樣收5000萬唔撚使納税咪叻嘅？嗯，啲鬼五馬六，咁亦都成功嘅。翻去教鳩咗共產黨炒樓圈地，咁而家咪做乞衣咯？話搞緊冧個黨啦！如果將來共產黨冧鳩咗，梁振英同埋陳茂波係功臣嚟噶，嗱你記得住啊！所以我喺 YouTube 開咪有樣好，因為佢永遠唔俾人 cut 撚咗，除非自己 cut 撚咗條帶。你要留低嘅當一個歷史痕跡嚟嘅，我早已人講過啦，係咪啊？我20多、30年前，我哋出嗰本書，我寫嗰本書，圖書館睇到嘅，已經講緊咗將來中國嘅矛盾就喺日本，幾撚早講，同埋將來世界引發戰爭咧就係中東，寫緊咗噶啦，20多年前寫緊咗，所以而家呢啲啊明日黃花嚟嘅啫。冇啊！你香港經濟死鳩緊嘅，我話俾大家聽，睇唔到嗰個出路啊！屌你有乜10蚊魚蛋20蚊魚蛋，我你晚晚真係食魚蛋啊？都死啦！你冇嘢俾人玩啊！佢又好笑喎，真係搞呢個嘢，哇！龍師動眾咁樣，哇！咁你係咪賺咗錢啊？唔係啊嘛！你淨係一晚個機場人哋嚟到打風嗰晚。搞緊笑啊！佢哋冇車坐，冇車坐，幾撚戇鳩啊！即係話你香港嗰個應急小組，你咁你即刻 call 嗰啲旅遊巴去接人啦，代替巴士啦，啱唔啱啊？冇啊！而家你睇到嗰個管治咧，個撚個呢班咁嘅社會蛀蟲，特別立法會、行政會呢班蛀米大蟲咧，就屌你係咪日日食鳩我哋啲民脂民膏嘅啫？唔係講少啊！你諗下嗰啲教育費虛耗幾撚大？嗰啲社會福利費虛耗幾撚大，嗰醫療費虛耗幾撚大，無厘頭噶！我哋收嘅資訊，所有醫院用唔曬、未用過嘅物品，都要調撚咗佢，當用撚咗。如果唔係咧，你支唔翻舊年嘅數，係嗰度慘啊嘛，好撚虛耗，好撚大。咁你政府有冇人仔做呢啲監察咧？有冇人跟進去理呢啲嘢咧？係嘛？你係叫人篤背脊？咁你點解你唔叫啲部門嗰啲工友、嗰啲同事篤呢啲背脊出嚟咧？邊個部門有漏洞，邊啲有漏洞，你咪叫匿名信篤背脊咯，係咪？審計署應該做啦呢啲嘢嚇。有撚權啊！佢咪噏撚完都冇撚用，冇用㗎，噏完冇用㗎，係嘛嚇？咁你頭先阿博士講嗰、那個即係、就是、立法會，連啲新加坡寫社論都有鬧㗎。有新加坡報紙寫咗鬧香港立法會，係好笑啊！真係點解會咁嘅咧？真係柒撚出國際啊嘛！嗰班友，但你好撚簡單啊！我作為五代香港人，你睇翻而家立法會坐喺度嗰班人，個撚我不似人君噶嘛？啲講乜撚嘢係咪？對社會毫無建設性嘅，日日個掛緊住咧，幾時可以我哋組個團咧出去出邊訪問啊，嘥下錢啊咁撚樣咯。係啊，又去嗰度訪問，佢又訪問你問陳茂波噶，唔加產佢外地訪問簽咗啲咩翻嚟？所以歐洲孤零精怪係咪啊？係啊，嗰陣立法會員早輪走去東協訪問，你問佢簽咗乜嘢翻嚟？
屌你有冇嘥撚氣啦！我而家又話搞中東嗰啲咩投資啊嘛，係咪啊？點投啊？最好啦！你冇佢哋話邊度衰邊度，我話你呢班撚樣臭口組嚟嘅。你真㗎？你陳茂波呢人冇運行，同埋習先生又係冇運行嘅人，包括王毅呢啲，佢鬥乜撚嘢衰乜，我可以話俾你聽。人行衰運咧，就真係掂乜衰乜嘅，早啊叫佢唔可以坐咧，買邊出糧，算緊數啦。我怕咗你阿波叔，我屌你阿媽你告病假，冇得出現，我屌咩香港人爭你咁大餐，個個月俾幾條嘢你算緊數。係，好似係董建華咁啊，算。係啊，屌你阿媽閪，真係咪講笑啊？關博士係咪香港真係冇竅搞咧？即係嗰個財政收入，我做有搞咯。點搞法？我做緊大開方便之門啦，我理鳩你咩洗黑錢唔忠心啦！屌你老母坐你黃州，唔係有啲地方真係㗎。嗱，你一個而家新加坡搞掂啦，咩叫黑錢啊？係咯，你話佢黑錢咪證明俾我睇咯，係咪啊？另外塞浦路斯啦，你大家唔知道塞浦路斯嗰度又係話，格魯吉亞都係啦，呢啲好易揾錢㗎嘛？呢啲唔係啊！呢啲最緊要你，因為你政府係你新加坡成功咧，就係冇網管㗎嘛。佢咪話完全冇網管，佢係好敏感嘅，有啲禁忌嘅。你毒品錢，就冇得入嚟搞你嗰啲毒梟啊。即係佢避忌咗啲嘢嘅，敏感啲咧，佢哋知咁嘅情報。但你香港而家啲情報咧好撚曳噶嘛，都冇人做。咁你無撚端端啊，捉鳩啲銀行老總仔照廢屌你，乜佢不如唔撚做啱唔啱啊？離開個户口又一支阿座啱啱先？呢度睇睇啦，Citibank 都離開中國大陸噶啦，梗要離開啦，賣咗俾匯豐嚟噶，梗係離開啦，咪俾做咧埋佢咯。因為 Hong Kong Bank 已經係中資噶啦嘛，係啊，平安佔冇撚大份嘅好似，係啊，冇啊！呢啲佢哋全部自己搞撚死自己嘅，成個香港就係俾一班不學無術嘅人上場，一個梁振英，一個林鄭開始。當然第一個董建華最撲街啦，搞緊諗嗰個法治嘅精神，告嗰個唔告嗰個，整個白髮魔女梁愛詩上嚟，咁香港咪冧咯，係咪？跟住而家你仲整咗張殘官，屌你係咪破領埋曬嗰個基本法，係咪先？未審啊先判啦，拋撚到你老母幾年，邊個咁撚樣㗎？而家連美國嗰個領事館都出出聲㗎，前幾日就佢哋不過英文寫冇人報啲嚟㗎，佢哋話佢問你啦。你可唔可以將個《港區法》定義清楚啲？係啊，啲係俾個邊啲係有可能？如果唔係啲外資，佢都唔知道嚟到會唔會隨時會出事。喂，你撚住我就跟住唔俾擔保嘛？我請律師都話唔撚俾啊嘛。嚇！我指定用啲好嘅律師都唔俾嘛，咁點搞啊？點嚟做生意？做條撚啊！因為你可以洗還手砌個山豬肉啊！係啊。因為而家啲資訊咧，我掟個電郵俾你電腦，等我掟個WhatsApp 俾你手機，跟住點咧叫人走嚟塔鳩你，翻去打撚開咗咁啊！點你有百詞莫辯啦？係啊，我寄本書俾你，你收咗，你又有撲街係嘛？係啊，所以呢啲係唔撚掂㗎。啊，咁仲有，而家又話美國啲大企業唔敢去中國啊，因為驚走唔到啊。點去啫？你可唔可以整個反間諜法？唔係有啲真係走唔到嘛，個個人都有仇家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你乜你連俾佢解釋都要拋撚咗先？屌你係咪你點搞啊？一拋拋你兩三年又似係咪啊？而家你而家呢個司法界又唔夠法官，仲揾啲唔撚夠稱去做添？屌你係咪個撚個都唔撚敢話 N low guilty 判撚咗你老母有罪？你老母你咪就係上訴咯，咁撚樣嘛，個個關人撚事啊嘛 ，council 又係告撚咗你先關人撚事，撚仔做嘢等你同官講啦咁。屌你乜全部錯撚曬咁啊套嘢。仲有博士以前有咩噶嘛人身保護令啊嘛。有而家冇俾你嘛，你想用你可以申請唔撚批佢出。係啊。屌你冇撚用㗎，而家你成套遊戲咧，你自己搞撚冧自己嘅。你自己搞撚冧自己，你又想有撚翻以前嗰種效果係冇可能嘅。呢啲係共產黨喺度有班柴仔，話特別香港人俾啲錯誤嘅意見，話唔撚射佢噶，屌你乜掃撚明班友啊，咁咪掃撚曬咯，清撚曬場咯，話啲民主政棍清撚曬場咯，乜撚人都冇啦，咁你點啫？你咪玩撚埋佢咯，揾下水嚟啊！他哋唔係嗰科㗎，未夠班㗎。佢以為清咗場，啲外資唔會啊喂，咁都係事實上都係，你唔搞。佢咪撚嚟咯？係咯，佢唔撚嚟咯。
咁你嗰扎咁啊土共啊壓緊曬啲位咁啊點啫？係咪？屌你！我哋見到咩張國坤啊、周浩鼎啊啲咁啊，屌你老母李慧瓊啲咁啊蝦冇西，你老母有咩建樹啊香港？係咪先？喂，佢有見樹啊！屌你老母，你係會計出身嘅李慧瓊，你都睇得住香港嗰啲預算點樣做？喂，你立法院嗰時你監察嗰啲工程都唔撚去超支啦，啱唔啱啊？哦，係啊！你咁啊超支又超支啊，大佬超撚咗支，度撚咗啲電嗰啲鋼筋短撚咗，又唔撚追究，又話唉冇事噶，可以啊，安全啦，屌你啦，安全你整撚長把撚啊，其他係咯，屌你冇嘢嘥錢啦，係嘛？突然間咁撚短冇事，其他咁你整咁長做咩啊？乜正撲街嚟咁啊？而家一個香港就俾啲咁嘅不學無術嘅撚樣喺度坐撚住，係乜以前啊金門啦嗰啲大建築師、大建築商。落石屎啊！真係啲鬼佬睇緊住你省咧，嗰條鋼筋嗱令先俾你落噶。嗯，你點可以有受你啫？落石屎啊！屌你咪嘥人氣。嗯，人哋嗰啲好撚嚴格嘅，唔係學你香港咁撚樣嘅。嗯，但係博士，我想即係問具體一啲啦。香港嘅樓價跌到幾多會出事？嗱，而家已經有一個俾人 call 窿噶啦。call 窿有正常嘅，佢唔掂。喂，你唔咬啊？頭都係 call 窿，唔會咬。咁你要睇嗰個 call 窿條友，佢都唔撚供樓會，梗係 call 你窿啦。大新銀 call 噶嘛單嘢。嗯，好似黃都係佢 call 先。好啊，佢正常咩？銀行仔大佬，佢勤雞啊，正撚常噶啦。啊，喂，而家佢自動波噶嘛？你人客唔供兩期會，我俾汪玲你再唔供，我就掟俾追訴組關人事。追訴組啊，屌你！你再俾再最後通知你，佢咪啲律師樓擺喺度等生意做噶。嗯，做撚曬文件之後入品咪開你窿咯。唔係，但係嗰個具體就係話佢個樓價跌咗啊嘛，你樓價跌咗個平個嗰個。佢攞你開你孖展正常啊，個 valuation 唔夠啊嘛，咁你特別俾嗰個銀行最快嘅開孖展。啊哈，係香港 bank 唔開啫。嗯，香港 bank 佢嘅政策。只要你保持供樓會咧，唔 call 嘅。我講回歸前啊，佢內部政策啊，即係話你而家你層樓原本值500,000，而家跌撚到300,000，但你借撚咗400,000。嗯，佢咪 call 你一萬？佢唔 call， 香港 bank 唔 call 嘅。嗯，你問下啲香港 bank 下，你做分期咧，只要你準時供咧，唔 call。你 call 撚曬翻嚟即刻賣，你咪銀行即刻要損失咯。嗯。你慢慢供我冇，我唔使撇帳噶嘛。嗯，我仲係賺緊你利息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人哋嗰啲有經驗嘅銀行家，就唔係話 call 就好嘅，即係唔同你中國共產黨嗰啲混混變政法，屌你有冇閃閃縮縮係嘛？我有著數啊，先係走出去冇著數，縮撚翻翻嚟關唔撚事，人哋睇個大局噶嘛。因為佢保持銀行家嘅精神咧，係佢輔助呢個社會嘅工商業發展噶嘛。你咪即係搞破壞啊嘛！你咪當普佬嚟啊，大佬。所以馬雲喺佢哋嗰次講嘢出事咧，佢唔識講，咁啊得撚罪咗中國嘅金融界啲官員，咁啊害鳩佢噶嘛。用昨天嘅方法去監管今日嘅。佢唔需要公開講嘅呢啲嘢。佢都想做銀行啊嘛。唔係屌你乜你都唔應該公，佢唔應該公開講，因為你嘅身份冇資格公開講。習先生講得。屌你老母！你咩身份麻煩？你老母拍車仔出身，你老母喺教阿叔做嘢，佢做官嗰撚谷撚氣啦！咪見我屌你！我生咗生活得幾皮啊！個月你個冚家產柴仔，我屌你老母要聽你講嘢一套戲。所以啲人咧好撚戇鳩噶。你喺中國做生意，你千祈唔好住豪宅，千祈唔好再食靚嘢。你請啲官員嚟咧，佢好撚唔開心嘅。嗯，我管你噶嘛，屌你老母，我食唔撚起，你老母要靠你接濟請我食，我先飲得到靚酒。佢哋犯撚咗錯噶，喺中國做生意。所以時我中國咧，永遠唔請人哋食貴嘢嘅。喂，你哋喺工作餐或者你自己揸主意喺翻你個單位樓下嘅公司食嘢咧就得啦。嗯，邊有我俾都冇所謂，咁佢哋係舒服嘅。嗯，如果你以為好撚叻啊，大牌筵席啊，你大撚木，即係你串佢啦。唔係串你唔串佢都，佢個心唔舒服嘅。嗯，你入邊喺上邊做生意啲，我管你噶嘛，係咪先？屌你乜，我要做僆仔嚟黐你，黐你飲，黐你食，佢點樣舒服啊？嗯，係咪啊？嗯，所以啲人搞撚錯。嗯，呢啲好深奧嘅人生學問嚟嘅，打睇下嗰個大聖灰啦，好睇噶。嗯，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啊仲有。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啦，我開始見啲 banner 出嚟噶啦嚇。咁其實呢個我又
又冇乜可以講嘅，而家喺而家呢個呢個形勢。當你做場馬騮戲算啦，傻咯，你又估唔撚到嘅。係啊，嗱，咁我哋冇份揸埋去。民主黨就話：，哎，你一拍，而家好似冇乜聲氣喎。咁啊，劉少佳就話：，我哋即係之前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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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五光十色，唔係講同你哋五光十色，喂喂喂呢下嘢。冇你份啊！五光十色，系啊，冇你份喎。你选唔选中央系完全系唔会即系介意嘅咁样。系啊。喂，咁呢下嘢真系系咪即系事前应该多啲沟通咧？大家咁你同刘少佳沟通系嘥紧气啦。唔系咁，梗系唔系同佢沟通啦。佢都系全声筒嚟啊嘛。咁冇嘅，咁佢哋犯错，你咪睇到香港变成咩样咯。嗯、我哋就用呢个精神，因为你民主派入唔入去都冇卵用。系啊。你呢班人入去都冇卵作用。他呢班人亦都冇能力話為個社會服務，嗯，嚇佢都當揾揾飯食，依悠悠嘅人嚟啫嘛，即係當份工啦，係啦，當揾份工嘅啫嘛，屌嘥鳩氣啊！咁但係你事前你冇啦，好多事底啦，唔搞清楚，咁我覺得點解啊咁樣嗱？如果你作為民主黨嘅主席阿羅建熙，咁我覺得佢梗係唔夠斤兩啦。但係你而家後邊嗰係阿劉慧卿啊嘛。咁多屌你有冇你講劉慧卿曬靚嘅咧？香港撲咗街啊，爭我唔間八婆一票啫嘛，係嘛？如果唔係都香港唔使搞到今日啦。佢哋都完全你講話摸底，佢哋識摸底咩？佢為屌咩整撚咗堆人行出嚟，個個掛住招牌民主政棍，屌老母聲大大冇大冇細，唔分裝行。我話撚咗你實死㗎！你搞政治鬥爭玩嘢幾時夠共產黨矛啊？佢矛得你嘛，同埋個公權力喺手嘛，佢、嗯、可以害得你嘛，啱唔啱啊？屌你好撚幼稚嘅啫，香港一班人搞政治搞乜咧？搞長沙就得、嗯，搞得兩間咪著草咯。屌咧嗰陣時發啲我叫唔好撚做啊，佢唔信我講啫，我提過兩次發啲，我屌唔過噶細佬，唔撚信。哇！佢成千日啦，嚇、啊！成千日啦，發啲喎。有啦，審咗未啊？未啊。發啲未審嘅咩？未啊。唔係，有多條罪，你講邊條罪先？有多條嘅，唔係一條㗎，係啊，萬必喎嘛？萬必就誒擔保緊，擔保緊啫嘛。有冇解我叫萬必冇撚搞？你講兩個塊萬必都係我點解你哋唔撚搞得啲嘢嘅？嗯，佢哋都當我耳邊風啊！我啲聽唔入耳嘅，屌你嘥聽唔入耳啊！呢啲嚇嚇，屌你！我哋一行出去睇個陣，屌你！共產黨第二年喐你好撚彩啦，香港人，上海第二年喐出你啊！嗯。啱唔啱啊？嗯，黃金榮又掃街嚇，跟住其他呢啲啊咩榮家呢啲啊走佢上街示威支持呢個抗美活動，好撚大鑊噶啦！總之你佢哋都冇與史為鑑啊嘛，以為好撚叻，有兩個鬼佬撐你，要啲鬼佬屌你，乜佢圍住咗自己你撐你啫？嗯，因為你當年你江澤民揸莊，你好地同中國傾，因為江總書記開到聲嘅，河水不犯井水，你又揦住佢説話咧。又 set 好曬啲嘢，喂，你都提佢添啊！一早要叫阿董叫，喂，快啲搞到廿三條，咁你咩事都冇，你主動出擊，你唔好喺度搏懵，屌你攞搏撚到2003噶嘛，你都惡撚鳩嘅。唔係真係鳩骨，話到到2023年啦，啊，話阿特首話出年年頭一定要搞掂。所以佢哋呢啲咁嘅搞政治嘅人咧，你唔好真係搏懵，你真係老老實實。既然間係有個基本法喺度。我就一路一路咧就揸緊要基本法嚟行，啊叫阿爺嗱，而家去到呢度咯，嗱你俾意見點搞？你唔好自己俾意見，你又有大有細，要令佢安心嘅，啊你唔見澳門出事？屌你啦，我係救救你喎！你喂唔係喎，我哋又要平起平坐，屌你啦！我打天下政權翻嚟同佢平起平坐，你嘥撚氣。你做人要諗噶嘛，你有裝行啊，大佬。你連裝閪都唔識分，你話人搞政治，你死撚緊啦！屌你啦，冇人生啦。等而家你哈馬斯咁撚樣，屌你冇裝冇閪冇大冇細啦，佢自己自取滅亡，因為佢俾人出賣，啱唔啱啊？你睇個結局啊嗱，作者拎你啊！呢個係清場噶啦，係啊，清場。而且你即係之前，你譬如舉個例，慕尼黑事件嗰陣時就打入去。整個以色列嗰班追殺你啦！我心入追殺咯，追殺，逐個逐個殺咯，逐個逐個殺，逐個逐個追嚟。講得少唔講少，佢嗰檔嘢係咁。係啊，而家就呢個都係應該結局係咁樣噶啦。係啊，一定唔會。呢個時間都會頗長。好啦，咁啊，結尾問阿博士啦。上個禮拜我哋有講過廣大一單嘢啦。咁而家信報嗰邊就俾個消息出嚟，佢話原來政府都想喺
即係中間調停嘅，就係、是、呢個港大校委會而家呢個主英國主席啦，阿黃貝斯同埋個校長張翔之間，但係都拆唔掂數。黃貝斯唔會同你拆嘅，我都話女人好撚古怪嘅啦，特別佢巴底，咁佢都要同好撚多行內交代嘛。喂，呢套嘢擺出嚟真係有事喎、啊，咁真係如果佢咁樣 set 圖嘅話，再有人再收投訴嚟追究佢，咁咪自己拉屎上身。嗯，佢梗唔肯搏啦。你 set 圖，我咪屌俾委員會判咯，啱唔啱啊？亦都應該有個委員會做都好啲，對香港都係好嘅，健康啲咯。咁你中共要接受呢個遊戲噶嘛？咪而家冇人嘈噶。嗱，我哋舉個例啦，以前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中大鄭松之。是啊、哇！俾阿六八九追殺到咩？哇！要搞到出嚟開學禮講普通話，咁呢單嘢張翔而家冇人敢出聲喎，而家冇人撐張翔喎。有屎尿喺手嘛！啊、你段崇智又自己揾個老婆喺入邊屌你，有冇兜兜搭搭拉翻份職，你咪吃撚虧咯？啱唔啱啊？你個人一公正咧，人哋吹你唔上，因為黃貝斯公正，我冇同你有仇嘅喎，有人投訴我而家開檔。俾幾個問題你答，哇！你咁撚串唔撚答，仲話知一捉咪揾個律師嚟，咪公撚開咯，啱唔啱啊？好撚聰明噶，你做一巴底嘅女人唔簡單嘅，你話同你普通人用個情緒化去做事啊嘛？我使乜同你情緒化啫？我作樣嚟行，我要美國佬啊！你冇啲共產黨同我美國佬鬥法咩？我咩都同你怒氣噶，之後淡定，明知去到俾你糟質嘅，我係照去。好暴能冚咪坐喺度，俾你老母楊麗時屌撚到飛起咯！有鳩你，等你老母出醜啊！儲撚曬子彈咪慢慢喐柒你咯，係嘛？到而家你死狗咁撚樣係嘛？屌人哋唔同，好撚成熟嘅。你見黃貝斯有冇出嚟講過嘢？有冇啊？有冇接受訪問啦？有冇話張翔不是啊？冇噶嘛，屌邊度使話你啫？使乜我話啫？屌跟住個程序行，咪等你老母透明度高，你咪自己慢慢去解簽咯。屌射咗個波俾人都幾好玩啊！唔係其實好嘅，因為你香港你想將來仲能夠為立足於有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啲遊戲規則咧，你執到正無規矩不能成方圓。除非你話喂唔諗好搞啦，啊正式係大灣區一份子啦，咁、啊、你重選一個大灣區區長，係，咁啊，黨委書記，咁啊冇撚所謂啦，咁啊撈撚埋一齊啦，係咪啊？你而家唔係喎，你呢邊有一國兩制，你又跟住有大灣區，大灣區其他唔係一國兩制。你大灣區法例又唔同，不如取消埋喎，今晚攞咪好咯。係咯，港澳啊，香澳門又取消埋嗰葡萄牙法，啊，全部係行中央嘅羅馬法，咁咪好啦，咁咪得啦。嗯，咁反為好做喎。係啊，我咪講少啊。而家你反為咧，自己左腳踢右腳喎，又要做攞政治牌坊嘢做雞，屌你乜你玩撚曬咩？習近平，點啊？我都唔屌你啦！我早冚撚咗期啦，香港一見話回歸，我冇撚搞得啩？一萬撚剩啲貨咩？就算撚數啫嘛。我哋預撚咗噶，一早知嘅，因為共產黨哇能夠容忍到香港人廿年後而家先爆鑊，都算係有耐性。佢撚到2019啊嘛，咁仲唔撚到好啊？屌你咁，你哋好撚彩啦，香港人。我五代香港人。我踩撚翻自己香港人嘅。你不識時務啊！你落下嗰啲識時務者為俊傑。啊，個個真係嗌口號，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因為佢屌你咁去做撚緊奴隸，佢咩想唔撚願做啦？你咪日日要起身去開會翻工，你老母攞屎忽痕。奴隸咁樣樣㗎，而家你咪講笑啊！冇撚咗自己噶嘛，嗰度搞埋堆嗰啲 call 你翻去開會嚟去啊，翻深圳翻深圳，係咪奴隸啊？係啊，屌曬撚你！係，所以佢嗰首歌亦都未嘗話唔啱，佢好撚寫實嘅。而家嗰首代國歌，屌你有冇幾廿年來都係當啲人係奴隸噶嘛？係咪？好撚諷刺㗎！屌你中國。咁但係張翔呢單係最大鑊嘅，係咪佢而家揾咗一間嘅深圳俾美國制裁嘅公司去做呢個獎學金咧？係咪最大鑊？呢個都唔算大鑊，呢個係佢深圳公司出事啫。但你張翔會疏忽，突然間你知唔知呢間公司俾人制裁先？知張翔咧會俾美國佬害，佢美籍噶嘛，因為係美籍噶嘛，美國佬會害佢啦。有人一投訴俾美國，咪呢條撚樣整單嘅嘢又嗱，佢又喺西嗰度例第一單，第二單最重要咧就話佢涉唔涉及黑錢啦？由佢延伸開，佢跳咗紅十字會啲錢出嚟，俾嗰個學生
再撩到那個學生咧，你冇個遴選委員會而批俾個學生啲錢嘅話咧，哦，原來呢個學生嘅老豆咧係關照呢、這個。已經續撚咗約啦，都未撚夠期續定約先啦。呢個閪人李國章批噶，屌你老母，我當你冇到啦，李國章啱啱先？咪講少啊，我最撚串噶啦，屌你啦，捧死無大害，啊隻抽又得，屌你咪除非走嚟暗撚殺我啫，啊！你唔係暗殺我，同你鬥手快，屌你咪你有兩個錢我冇咩？屌你！唔好啲殺手好撚平咁啊！而家東南亞個撚個冇嘢撈，大家鬥俾錢快咯！屌你！唔好射條撚你啊！屌我行得出嚟，屌你啲友我就唔撚射你噶啦！一個夠本，兩個夠你，我都夠撚帶曬老婆噶。真噶唔係講笑啊！你驚冇撚得搞噶？你香港一定唔撚驚噶！屌你！你國家黨國安危喎，大佬俾人點，又俾人賣豬仔，屌你集先啊！俾下邊班唔家產。過你一棟，屌你有冇古靈精怪？乜國家咪冧鳩埋？咪我哋熱愛祖國噶嘛，年輕都。唔係，咁呢個事實嚟嘅。咁你如果你大陸冧，你全世界都好多。乜屌你老母！你搞到喂咁撚辛苦幾十年，一個改革開放有咁嘅成績，你老母你搞撚冧曬喎，搞到通周身債喎。香港人每人平均差200,000，唉，真係嘔血啊！嗰人幾乎嘔血，嘔血啊！真係好撚端端，每人差200,000，屌你乜笑撚死我真係！唉，啊，我都要問一問人先，喂，究竟揸我你啲啲網友答下個問題，只有中國特區護照，唔撚做申請，唔撚用中國籍，俾咩證件？你有冇諗過啊？有咁你而家你譬如你嗰啲班印度啊、巴基斯坦嗰啲，佢誒咁嗰啲佢係外國難民流離。唔係佢唔係我難民，佢係土生土長啊。不過佢又入咗中國籍。如果佢唔想入中國籍，咁得唔得咧？佢又揸翻個特區護照得唔得咧？嚇、啊、呢、這個都係問題嚟噶嘛。唔係我而家香港中國華人，我唔係印度人啦、啊啊，我唔撚要個我唔要個中國籍，可唔可以揸呢、這個？俾乜嘢護照我咧？以前有 CI 嘅喎，以前有 CI 係啊，係嘛？啊，喂，如果有人做移民局嘅，幫手問一下。啊，喂，呢個都係大問題嚟㗎。嗯，因為如果佢再搞多兩搞咧，老撚土咧，我就唔使要中國籍啦。因為我行出街去出面遊浮啊，驚俾人揼啊嘛，大佬。一拎嗰本嘢出嚟，點咧？一已經有人投訴俾我海外，神憎鬼厭啊！呢個亦都事實嚟嘅。譬如舉個例子，譬如話喺 New York 都試過好多黃皮膚人俾人打嘅。係啊，好撚古撚怪啊！唔係咁，嗰係因為嗰個三年嗰個疫情嘅問題啦，即係嗰個亦都搞到好多外國嗰啲嘅即係經濟好差，啲人好唔開心。喺非洲都麻撚煩啊嘛，最慘而家喺東南亞都。你仲話巴基斯坦都係㗎？係啊，好撚。巴基斯坦咪打過好多鑊㗎啦。係啊，好撚麻煩。即係直情係揾炸彈炸你㗎嘛。所以我前屌你，冇佢特區政府咧發本五光十色嘅 CI 俾我，屌你有冇身份證明書撚過啦？啊，係咪啊？咁你可以揸 BNO 嘅。我冇 BNO 嘛。OK。我要係日本仔時代、日治時代出世啊嘛。Okay. 你明唔明啊？咁我咪整，唔係我有錢買到一部。梗係啦。我又唔撚搞，我特登等你特區政府古撚怪啲、我唔撚要國籍，你冇古靈精怪、顏綠色嘅。俾個難題佢，俾個問題佢啊。有嘅，應該有嘅。應該有㗎。係應該。因為我有權脱撚嚟，唔撚要中國籍㗎嘛。係嘛？咁你俾本咩我咧？咁我有香港居民。阿博士，你諗嘢都好刁轉㗎嘛？唔係，咁呢個係有呢個現實存在，因為有人同我提過問過我嘛。啊！你都答唔到？我答唔到。嗯。
有人好像未有呢個個案出嚟，你明唔明啊？咁而家俾個個案，你政府考慮下啦。但我收到好多人講喎，佢哋真係出外咧，佢哋驚嘅。我不如揸本屍骸嗰個啦，五光十色，屌你咁啊！唔該，你整到五光十色啊！啊，咁唔係，咁如果你有 BNO 咪出外嗰時揸。你冇 BNO 嘛？如果佢香港唔承認你 BNO 出境嘛？係啊，唔係你出境嗰時啫，咁你去到人哋個國家，你咪用嗰、那個。你冇啊嘛？係啊，你冇攬埋本特區護照嘛？啊，有啲地方唔俾 BNO 入境㗎。好多唔俾噶，唔係有啲認唔到，佢認唔到嗰個呢、這個呢個。唔俾噶，唔俾噶，唔俾你入境噶。有啲唔俾噶，唔俾噶，印度都唔俾。唔係印度，印度俾，而家就係印度俾特區護照，俾特區護照入邊邊度？嗱呢單嘢咧又係好撚古怪嘅。上個禮拜我哋講完啦，係啊，唔知幾時其他國家仿效咧，真係真係大鑊嘅真係啊！所以你諗到啱㗎。係啊！而家其他國家啊，係啊，唔俾你呢個特區護照，咁你點搞咧？而家即係如果你又冇 BNO 嘅話，你點搞咧？照可以申請嘅嚇，唔係申請 visa 咯，即係要佢批，要佢批你咯。要批你咯，要批嘅，咁啊公道嘅，以前都要批嘅，我哋揸私家單批㗎。單批係嘛？單批。話冇麻煩嗰時。都冇所謂嘅，有錢咪你要早批嘅，係唔見嗰啲費用嘅。最緊要你有銀行錢啊！佢通常有啲國家，日本嗰啲就俾個銀行存款去睇咯。佢可以叫你攞銀。以前好麻煩噶，日本好麻煩噶，你係冇所謂嘅，你有錢就啲夥計同你做好曬噶啦。係啊，嗱好啊，呢節問最後問阿博士一個問題啦。嗱，而家世界咧就話真係烽煙四起啦，邊個地方你覺得安全嘅？魁北克，加拿大嘛？魁北克。嗯。但你一到魁北克之冷咧，好撚凍嘅，你就喺加勒比海遊船河。陽光海灘去古巴睇靚女，屌咧平靚正，007都去度住啊！嗰、那個牙買加啊，唔係牙買加夏巴啊，嗰個揾名嗰只哈納瓦哈納喺古巴嘅，好靚嘅好靚，中美洲好多國家靚嘅加勒比海，同埋嗰度真係冇人掟核彈去啊嘛，嘥撚咗個核彈啊嘛，屌你！揾美國都唔安全啊，我覺得美國梗唔去啦。你加拿大好啲咯，魁北克又靚。魁北克 OK 噶，如果你唔係天冷佢就、天冷就好凍。但亞洲區係咪都比較？係啊，亞洲唔應該喺度啦。如果呢啲局面冇地方安全，亞洲就係上黎柏爾閉關，啊收痕，咁啊安全。黎柏爾又唔會有核彈掟過去啦。屌你有冇曬夠咗核彈啦？係咪先？有其他就無謂啦。係嘛？但係嗰啲冇嘢玩嘛，你去南美洲咧多嘢玩嘛，你阿根廷咁日日走去學跳阿根廷聽講都幾咁舒服，係咪？啲又平啦，生活水準又低，咁係真係世間無落土喎！而家真係有嘅，有錢有落土嘅，你又再有錢買個大遊船咪住遊船咯，去遊浮咯，揾扎靚女上船。你去街人戇鳩啫嘛，喺度食唔喺度屙啦，交歌舞團都黐撚線，屌你老母！嗱，呢啲就係啲咁嘅中國土豪，冇撚文化出身，亦都冇謀神。我支持中央嘅歌舞團，等中央咧出位，好撚威嘅。但我出嚟玩咧，喺度食唔喺度屙，屌我走去外國組織咩靚女玩咧，完全撚數。一個禮拜遊船河，整咗幾廿條靚女，請埋啲人上去玩，係咪啊？請埋啲國務出去遊浮啊、考察啊，揾個國家要噶，呢個要噶，你從一條你避啊嘛，屌你一定係請佢去。你一翻到中國咧，屌你咪甩頭甩骨，屌你咪去會揸人錢咁樣樣，著對拖鞋，屌你咁樣咁咪得啦。佢都唔識，屌你咁樣叻唔切，屌你咪又話好似我啲中聯辦啲撚樣幹部嚟香港又食咩靚嘢啊，咩飲紅酒啊，篤你老母中聯辦背脊啊！你中紀委開快腦啊！查查邊個吳家產嚟過香港做撚過工作，叫佢老母寫份清家品。我而家習總書記咧，為佢追查20年啊，大佬！屌你老母，唔該你早做嘢啊！退咗休都要追啊！係啊！喂，屌你國家錢、社會錢，你身為黨員啊，屌你！你忘記個初心啊？點解唔撚翻過你舊帳啊？應該嘅，我哋支持嘅。支持嘅。好啦，呢節我哋結束，我哋下一次翻嚟講講呢個佛學嘅問題啊。嗱，我哋翻嚟第三節啊，原本啊，嗱，我呢一節咧就一定係講佛學啊，但係我突然間醒起一個問題，我頭先第一節唔記得問博士，而家就首相係嗰個哈馬斯有好多人質啦，人質啊，有成百幾個，百幾個，
被挟持嘅其中有11個國家，有咩？應唔應該派特種部隊去救咧？你都唔知喺邊度，最難呢樣嘢，唔知喺邊度，唔知喺邊度。佢哋好有經驗嘅，但又係唔評論啦。各為其主，個人個人嘅玩嘅遊戲都唔同。嗯，我哋香港人就好幸福，仲未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啦。敲下先，大家利是，屌你阿尾啫，冇撚益嘅呢啲嘢。啊，當然我哋走得喐啦，但都冇撚位啊。係一個好殘忍嘅世界嚟。係啊，即係你越出去其他世界咧，你覺得就係香港。以個人嘅評價咧，就話呢件事出現咗，我哋希望由國際社會嘅有對口嘅組織，應該有一個公道。嗯。聯合國應該出嚟處理嘅，你國際法庭我乜都好，你去處理。啊，即係唔好話有情緒化咯。因為既然間你話呢個世界係文明社會。文明社會一定有一個方法去做噶嘛，咁、你做咩啫？你的國家，所以我都唔係話你以色列行翻轉頭情緒化執行私刑，呢、這個一個係佢自己以色列嘅取捨。但你國際社會應該係出嚟把持公道，組織國際法庭落窩兩拉人，咁啊最公道。即係你天腳底你走唔甩嘅呢單嘢，即係如果唔係你走一甩嘅，即係話以後都可以繼續做呢樣嘢啦，係咪啊？好啦，咁我唔阻博士時間啦。嗱，即係我哋今日討論嘅問題咧，好大嘅。咁係人嘅，如果你以佛教嗰個角度嚟講咧，有咩弱點咧？貪嗔痴主題嚟嘅三毒，成日搞嚟搞佛教都話都係叫人哋清洗呢個三毒啊嘛，係嘛？咁問題就係、是咪真係呢個人類係真係有呢三個嘅？即係基本弱點咧，冇你係唔會做人喎。嗯，冇貪你點會落呢個娑婆世界？嗯，係嘛？你又貪女色，有個情慾先有呢個生命嘅延續噶嘛。嗯，但係有講一個層次先啦，比較呢度係深奧少少嘅。喺出家人世界避開嘅貪嗔痴，我哋避。又唔戒，戒淫戒色，戒女人，唔好發火，要慈悲為懷，係嘛？要睇經教，增強自己智慧，避嘅。我喺俗家人世界嘅佛學咧，就我唔避，因為我冇出家嘛，我仲喺世界運作。咁我咧就要利用呢一個貪嗔痴嘅力咧，去升華自己嘅，過關嘅。我怎樣過到去關呢，會成就自己的。這樣一個世界。好了，再高級一點的佛學，我不單止不避，這些是毒藥來的，我要將自己變成一個孔雀。孔雀可以吃飛霜，越吃越漂亮的嘛。越吃越毒，越毒的東西。是啊，很古怪，所以 你就要為我怎樣利用這件事將為正面的行為呢，這個是很高層次的。但是普通人呢要避的，因為你未到呢個程度嘛，咁啊大家咧貪，你第一你就係話要識貪嘅文化啦。嗯，你而家你最慘咧就話啲人連貪都唔識貪啦，貪到賴屎賴尿。嗯，係咪先？嗯，你自己啲嘢都唔肯買嘅，屌你叫啲朋友親戚買，呢、這個直情係騙子嚟啦，啱嘛？但佢都係貪念一種，即係會貪到過咗龍，貪到過咗龍。但係最可惜喺文明社會咧，佢有一個代價嘅，即係個犯罪成本啦。譬如啦，我介紹人買 JPEG， 我執撚到成千萬，又未燒撚到嚟，燒撚到嚟，我最撚多咪坐三幾年監咯。我計撚咗個犯罪成本，我撚抵嘅喎。嗯，係咪有數計咧？嗯，佢冇用暴力啊嘛。嗱，呢個就另類嘅話題啦。但如果我哋講問緊啲佛學咧，你個貪嗔痴咧，就你知足最重要，人一識得知足，就唔好去比較。每個人都有佢命運噶嘛。點解我唔係李嘉誠咧？你一比較咧，
咁李嘉誠話咩？我做你仲開心啦，使唔使辛苦啦？即係你每個人係獨立嘅，你唔好睇小自己，你唔需要同人比較。咁咧，你係最大噶啦，因為你冇爭，所以點解成日我教啲人冇爭人錢咧？你冇爭銀行錢，冇奢借，你係最惡噶啦嘛！你唔使去卑躬屈膝去有求於人，你保持到自己嘅尊嚴。而家呢個個咁發達嘅社會咧，個個人都俾啲金錢困擾咗咧，係好容易為五斗米折腰嘅。嗯，呢個多少真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嗯，但係既然你知道咧，話我要做一個保護網，我首先唔爭錢。你唔爭錢咧，你有條件去維護自己嘅尊嚴。如果唔係咧，就好難。個力大啊嘛，人又。好啊，但喺國內又唔同啦，國內畸形啲，因為你跟大隊啊，你唔貪唔肯得啊，屌你，你想貪啊？你做唔到嘢噶，你唔貪唔？你都冇得做，你咪守新疆咯，屌你啊！屌你老母去新疆做光布仔咯，戇鳩鳩啦，日對撚住堆羊咯，係咪啊？所以好撚人生咧，好撚無奈嘅。但我哋都堅持，你儘量不求人。好啦，就算你話你做幹部仔，我去新疆，但你仲係做人有個能力喎，你咪喺一兩門嘅技能度學日本仔精神咯，做喺度出位咯。嗯，咪做洗頭仔都富貴啊嘛，非法仔好撚聞名噶，嗰啲有而家有啲要炒噶，嗰啲非法師傅知唔知啊？行出狀元嘅，係啊，都有兩個。所以你真係唔止一兩個啊，好撚貴嘅。所以而家你。真係，如果你冇老豆留低幾棟大廈，你收租咧，你一定靠自己。就算你有老豆留低幾棟大廈，你收租，你都冇江湖地位咁，你叫有兩個錢啫嘛，冇人尊重你㗎。嗯，你咪搞一啲文化藝術啊，特別嘅技能出位咯，咁你都滿足到自己個人生㗎嘛。嗯，呢個世俗嘅，好啦，但你話我唔想世俗，話我咪淨係嚟呢個世界吃喝玩樂。無憂無慮，娶老婆生仔，好撚恩愛，跟住喺外國咧又有啲紅顏知己。但你冇噏住自己個靈性啊嘛，你係仲留喺一個世俗嘅層次啊嘛。所以如果你想話再升華自己，你一定要喺佛學。喺世間所有嘅學問唔及得佛學嘅，你想升華自己嗰個靈性嘅境界，其他唔夠用。好啦，如果你講到個真火咧，呢個就不容易嘅。因為我哋人有好多無名火嘅，嗰無名火咧就係話你多啲包容呢個世界，啲人蠢咯，真噶！你覺得啊，佢唔明白你講嘢係正常嘅喎，佢如果佢明白嘅，我唔撚使講啦。係，等於我哋開麥，好撚多人唔撚明，唔撚明就正常，我未使咧你講咩？有啲啊。醒得快，有啲要慢慢諗下先知噶嘛。所以唔好怒氣啊！唔係你亦都冇必要怒氣噶。佢唔撚識我，我唔撚識佢。你為啲唔識嘅人怒氣嘥撚氣。同埋佢講嘅嘢正常嘛，佢唔撚明啊嘛。唔撚明你先至要講嘢啫。咁而家你咁撚多人知撚到話你嗰個哈馬斯，原來人哋幾年來咧已經做好撚多架撐，做撚定啊嘛，大佬幾千萬火箭炮，你咁撚易做啊？做撚定㗎，大佬，你啲人疏忽啫嘛，世間好多叻人㗎嘛，愚痴咧就難搞啲嘅佛學，因為佢係天生嘅，如果佢唔係經過一個好專業嘅修行咧，佢蠢就係蠢㗎啦，人蠢真係冇藥醫㗎，唔係我哋講啊，點解世俗人有個人蠢冇藥醫，佢牛皮燈籠點極唔撚明。你而家你幾時先點撚到習近平先生？屌你！突然間話我要同美國做翻 friend 咧，我都惡撚咗言。佢突然間瞓撚醒，屌你！我哋日日話俾鄧小平交代噶，都要搬鄧小平出嚟，唔係話我哋講嘅。你都要話鄧小平交代，一定同美國做朋友。咁咧，我一路講嘅，一路喺其他啲渠道都有講，一路掟啲嘢出去，又掟翻中央。咪希望啲國務提撚翻醒佢，喂！屌鄧小平交代，而家呢一坐撚到五顏六色喎。佢即係交代你唔同美國做朋友咧，最撚戇鳩噶嘛，千交代萬交代噶，鄧小平話你千祈唔好同美國做敵人。我都唔明白老人家當年咁撚心水清，因為佢喺度睇到人啲嘢，佢收嘅情報，
咪真係冇得追嘅。你拗頸冇卵用，你認輸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嬲阿邊個啊？阿斯朗屌你，你冇落去打波啊！你冇點踢啫？係啊，嘥卵氣啊！你話追人，我屌你有冇鳩噏啊得？你老母你冇學華為嗰啲衰嘢啊嘛！係嘛？你輸就輸，認輸無卵為，唔係叫認輸啊！個世界參差不齊噶嘛。咪就大家喺個做人喺嗰個佛學咧，其實全部都係教你做人嗰、那個思維咧要清晰，話唔好撚亂七咁搞。不足啊，勝有餘。你一搞過龍都死嘅，你以色列都係搞過龍噶。佢成個民族今日撲街咧，就佢就成日以為自己高人一等啊嘛。我呢個係神嘅選民嚟噶嘛。係啊，好撚大撚鑊噶，所以佢搞撚咗幾千年，自己都屎忽痕噶嘛。唔係講少啊。因為佢又好撚古怪啊，嗰檔嘢以色列，佢嗰個無名啊。嗱，我哋你好多人都話以色列好撚聰明啊，啲人。佢世俗咧好似好撚叻，其實佢好撚戇鳩嘅，淨係無名嘅黐嘅。因為點解咧？以色列冇種族嘅叫做猶太人喎，猶太人嘅條件你知點做到啊？阿媽係猶太人先得。佢第一根就跟阿媽。嗯。就伊斯蘭國跟老豆嘅。係啊，兩個唔好撚古怪嘅。總之佢老母。嗯。去撚到邊個生個仔係黑鬼咧？佢都係猶太人。猶太人，所以佢嗰陣時喺個巴塞比亞都整咗成班。係啊，係救咗成班女噶嘛嚇。係啊，好撚古撚怪㗎！佢變咗佢個猶太人咧，佢個教咧，你入咗猶太教咧，又係猶太人。嗯。佢哋咁樣一定唔係，大家要分清楚，以色列人唔等於完全唔係猶太人嚟㗎，完全係猶太人嘅，因為唔同㗎，巴勒斯坦人都而家都係以色列公民嚟嘅，有部分係啊，好撚古怪㗎，佢哋嗰檔嘢。咁所以你而家搞清楚一樣嘢就係，而家呢件事本身，喂，即係嗰個衝突本身就係宗教嘅。佢成檔嘢係貪真痴嘅表現嚟嘅。係咩？點解咧？瞭解係啦。貪佢自己嘅宗教嘅權力地位，以我為主噶嘛，排斥異己啊嘛，咁咪黐咯，即係戇撚鳩嘅。而家世界同以前唔撚同啊嘛，真即係無撚端端，屌你老母掃撚冧人係咪火氣啊？亂七咁掃嘅，最撚重嘅。而家你睇到呢啲咁嘅局面，就佢哋嘅宗教係完全唔撚完整嘅，即係完全冇嗰、那個佢哋全部有理論，佛學點樣唔同咧？佛學咧？就多了一套修行的方法，是令到你的心灵经过训练，透过很多不同的仪轨、不同的仪式，是令到你的心灵是训练到的。但他们所有的教呢只有信字而已，信就可以了，所以他不够力的，一遇到很多问题呢就要打仗。贪嗔痴是不容易清除的，但我们不需要避的，如果俗家人你一避嘅話，咁你冇撚曬動力噶咯喎！你冇咗火氣，咁你做唔撚到嘢。冇貪點會有動力咧？嗱，貪就原始嘅動力，但你做事嗰陣時，譬如話而家你去決定一件事，你冇火氣，你點管人啊？係嘛？屌你一樣一樣學嗰啲西南二百虎魚咁樣走正面閃下閃下咁屌你咁樣，你點樣做到事啫？又做唔到事嘅，所以我哋要喺俗家人睇個貪嗔痴咧。要有另外個角度睇嘅，點樣借個力？好啦，如果你將佢呢個貪嗔痴嗰種力用到恰到好處咧，就要講修為嘅，要講訓練嘅，要有名師教你嘅。咁啊，最簡單咧就係話，一發火，咁啊，大家如果上網睇到《心經》嘅心咒，你念熟佢啦，一句心咒。你一想發火嗰時咧，你就即刻念十句咒先。咁你就等佢定一定落嚟，呢、這個都有幫助。情緒控制啦，唔係俾佢介住自己，唔好俾佢成個無名嚟嗰陣時咧，又衝咗你出去起咗個反應嘛。你我練一練，練一練個咒先咁。咁同你一諗，呢個對手同我都唔識嘅喎，揩到架車或者雜車，同我又無仇無怨嘅，咁你諗一諗，咁啊練個咒咁啊。有時你唔練咒，你數一二三四五六都得噶。呢個係一念之間嘅，係啦，係定做一念之間。但嗰一念咧，好撚大力噶。嗰、那個力咧非常大。佢一個例嚇，我隻眼睇到個杯
而家我一望到呢個物件呢只杯咧，我個大腦神經俾咗個信號出嚟，就話呢只杯嚟嘅。咁呢個見惑，你見到個物件而去內神經個 hard disk 走個資訊俾你，去分辨到呢件係乜嘢事物嘅話咧，如果你想斷咗佢啊，即係望落只杯。如果我呢個系統唔喐嘅話咧，要斷一條江河百十里闊嘅河水，一刀生來停撚咗先斷到喎。嗯，見話啊，見話，即係眼見嘅或者聽到嘅，你個心唔動嘅話咧，你想斷呢個力咧，係百十里嘅江河，一刀生來停咗呢個流水，咁撚大力先斷到喎。嗯。已經正道嘅咯喎，嗯，好啦，如果斷絲滑咧，即係話你冇嘢見到，坐喺度喺屋企乜嘢都冇，突然間咧你嘅大腦神經系統走一啲念頭出嚟，嗰、那個絲滑啦，嗯，咁如果你斷絲滑咧，仲大領鑊，仲難啊，羅漢都未能斷到啊，係啊。所以羅漢因為未斷到絲滑咧，所以有一次佛祖同埋阿難尊者幾個人企喺度，咁啊個人咧有身影噶嘛，啊啲雀仔飛飛落嚟喺呢度企咗喺佛祖嗰個身影嗰度，咁阿難尊者咪冇撚邪啊嘛，我都有個影嘅，點解唔嚟？有啲佬你唔撚飛埋嚟嘅，咁後屘佢就問佛祖，佛祖話：你嗰個微細嘅煩惱咧未斷。嗯，啲雀仔都惊，虽然你做咗罗汉啫，唔受呢个三界束缚，即系都仲有烦恼，烦恼撑住嘅力都未断，嗯，未得够劲，系成佛先得，所以啊，修行不容易，修行不容易。我因为我落去德州咧，开咗个禅修嘅课程啊，嗯，俾喺。在歐洲啊，有些丹麥嚟，有些澳洲嚟，有些美國、加拿大嚟，香港有幾個人跟嘅，咁我好促成嘅，即係集合咗我自己嘅精華，希望咧喺短短幾日間令佢哋可以有啲好嘅感應咯。嗯，好啦，嗱，咁啊，言之前咧，我又要問阿博士一個問題啦。嗱，我中意睇書啊，呢種即係對知識呢種追求。是不是一種貪念呢？這個貪念正常的，正行來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看什麼書，因為呢，因為你還要看書，你的世壽太短了。一百年你看得幾多少呢？有涯除無涯。是啊，你 看到一些用不到的書呢，就變成所知障太多。是，所知障這個很重要。是吧？即是浪住曬你，其實成堆垃圾。嗯，所以呢個咧喺我哋佛學嚟講咧，就首先你用咩方法清理咗你呢個空間先。嗯，唔係睇書就一定多知識㗎，唔一定㗎，你睇到錯嘢都唔定㗎嘛。係啊，同埋好多書咧係佢跟個時代變化㗎嘛，嗰、那個價值觀。嗯，所以而家你讀喺大學讀嘅書出嚟，佢編咗擺喺大學度。如果你睇經濟書，一定大撚鑊，都過撚咗期啦。喺大學出啲街嘅課本俾讀，咪過撚咗期先。係，已經第二套遊戲啦嘛。而家去撚到咧，係要學破壞性經濟嘅，你有冇聽過？你睇咁多書，破壞性經濟呢啲係咩啊？即係你將舊嘅嘢、舊嘅制度、你舊嘅呢啲，唔係，你嗰個理論學府咁樣講啫。但係你係一個生意人，嗯，你而家你要玩破壞性經濟，嗯，你想再行前，因為你嗰檔生意咧，即係棵樹升到而家長大到呢度啦，嗯。個市場咧，你好難再突破。咁又斬佢，你又要搞破壞性經濟。嗯，你想再行啊？而家係咧，係喺睇先，呢個係喺十年前已經開始啦。但係好少人用嘅，唔係咁多人識用嘅。嗯，因為你斬，你去賣兩曬成檔生意，你要搞再搞個另外一個舞台咧，由頭再種種之外咧，佢仲有個生長期啊嘛。咁你先至賺好撚多錢。如果你淨係守住棵樹，你咪年年收咁多咯。嗯，你唔可以再去。嗯，所以而家你再發展嘅咧，就係破壞性經濟嚟嘅。
所以呢個 Tesla 嘅老闆係叻嘅。嗯，呢個都係奇人嚟嘅。佢有好多嘢咧係創新行噶嘛。佢行緊都夠撚膽搞嗰啲衛星噶嘛。其實嗰啲國家搞嘅大佬。邊度以其他國家唔會俾你私人企業搞嘅，因為戰略性啊，戰略性啊嘛。所以美國你成功就得有呢個容量，有呢個咁嘅包容性啦、啊。所以你都要揾一個平台咯。所以而家我喺美國嗰個花園，我搞啲好撚前衞嘅遊戲，我就係涉及我哋喺美國，因為佢要保護我嘅知識產權啊嘛。嗯。同埋有財團睇中咧，佢會同我發揚光大啊嘛。嗯。我咪要錢，但佢可以有能力幫我發揚光大。你第二個社會唔得，加拿大唔夠動力，歐洲佬咧又各為鬼胎，真噶，中國人社會更加唔順啦，亦都未夠呢個力水啦，喺美國得嘅，所以美國咧不嬲都超前嘅，就佢個知識產權，佢哋嗰個才技，佢嗰個舞台，佢嗰個經驗咧係可以推出街嘅。如果唔係咧，你個蘋果第二個國家做都做唔到佢咁樣成績啦，做唔到。扭啦，係嘛？你好多嘢啦，你譬如講得嗰陣時架車出嚟做車啊，車邊度得㗎？你啲馬穩陣好多啦，嚇、啊！到互聯網出嚟，互聯網出嚟最初係有人覺得好似 fax 即係唔掂㗎，有咁到而家你咪人人都會用互聯網啦，係咪？咁佢一路都係有呢種，其他國家做唔到呢樣嘢。佢個國家新啊嘛，佢冇咁多嗰啲傳統嘅包袱啊。你諗下咁多個過呢啲。改變世界啲科技，全部美國帶頭嘅。美國帶頭噶嘛，佢夠膽做啊嘛。美國帶頭，佢夠膽做，因為佢嗰個經濟嘅知識咧好豐富。嗯，佢網羅咗多世界級嘅人才，又俾你做研究。嗯，而家佢哋由個經濟模式去發展時間咧，佢留咗好多手，係一路一路咧會延續到咧個後力好犀利，個後續嘅力啊。嗯。但係而家我哋中國人社會去到咁上咧，又停咗噶啦，冇嗰種創新嘅能力，因為佢好著想自己。嗯。同埋你睇美國呢啲大富商，佢真係個捐好多錢嘅喎。特別如果你哈佛嗰啲幾千億美金喎基金，係個個都係翻去捐錢俾某校做研究噶嘛。嗯。所以佢呢個佢哋有佢哋嘅長處嘅成功唔係咁簡單嘅。嗯。因為我本身係都學好多美國文化噶嘛。因為我讀嗰陣時候，我讀嗰、那個商業管理，我係學美國式嘅，即係你有嗰量度，你如果你俾錢買到時間咧，就唔好撚自己做啦，係嘛？你唔可以學我哋習大書記，我屌你有冇幾日我小組自己做組長，你有冇開會都死啦，日日點開啫？係咪先？我、那個胡星咪寫過咯，當時蔣介石係大手嘛，佢、啊、寫過兩樣嘢嘛。艾森豪威爾走去做呢、這個退休，走去做大學教即係校長嘛。佢話我做呢個宏軍總司令，我見三條友啫嘛。你一叫我見幾條友，全部我都唔識嘅。咁啊，俾曬你哋搞啦，係啊，我哋我做乜？佢有呢個量度啊，係啊，係啊，即係可以 delegate， 可以下放嗰個權力俾咩嘛？佢即係艾森豪威爾，我唔識嘅嘢我俾人搞。嗱，佢睇到我冇理由咁笨柒，同埋我搞得唔好啊嘛。係啊。我自己搞係未必搞得好噶嘛，啱唔啱啊？我都自己搞嘅，即係佢哋係嗰個國家成立時間短，佢學好多新嘅思維，嗯、所以佢哋係行先咗嘅、嗯。所以英國都唔及佢，因為個錢佢有包袱嘛，保守啊嘛，係好多舊嘅傳統嚟，唔會放棄啦，係真係。所以呢、這個。冇噶啦，咁啊而家即係阿博士嚇，啊你啊即係遠遊啦，咁我哋唯一希望嘅就係、是。我哋身處喺香港，咁大家啊一樣溝通到嘅，照做節目。啊，咁暫時咧，我哋都有碗飯食嚇、啊，都唔叫做話。要唔係警覺啲，因為唔係食飯問題，而家係嗰個安全嘅問題。會突然有變化噶嘛？好多嘢。係啊，所以你哋一世識唔對咧，就唔該你行一行開先，最好翻國內咯。唔係個唔係點你啊？因為佢唔係佢咪翻唔到啊嘛。翻到有啲翻唔到嘅，咪翻第度咯。因為唔係點你啊？嗱，國內一定唔會封你關。嗯。你翻去遊山玩水啦，自己祖國山河大地，又輕皮。嗯。因為你避嗰個戰亂啊。係。你香港咧係好撚危險噶。如果太平洋一有戰爭，香港大頂落。嗯。屌你有乜亂撚曬龍噶？唔係講笑啊！嗯，所以你一定要走翻大陸。你唔好話佢真係打咧，你有咩風吹草動，大家都熬底啊！而家即刻走就。我成日推薦啲人，你翻去西雙版納最撚穩陣。嗯，因為點解翻去西雙版納咧？
因為你細息唔對咧，你可以免證就可以過撚到過境啊嘛。嗯，嗰邊啦，去邊啊？一個緬甸得，泰國得，係咪啊？跟住然後由嗰邊咧先想辦法。有乜嘢都有 KK 員嘅大陸，我屌你咁撚熱招呼你咩 KK 員？好撚好撚唔係立亂揾人去到嘅，所以嗰邊咧路數多啊。嗯，係嘛？你走過去就誒關撚事，一世識唔對，由第度第個水路走啦。嗯，系咪先？因为嗰边使钱使得到噶嘛，系，即系俾搵俾钱可以搞掂好多。系啊，你如果唔系，你就走捻咗去蒙古，跟住蒙古就屌你咩去，跟住走捻过去俄罗斯又得，系咪啊？走去沈阳嗰边，再过去啊，走捻过去周围走都得，搵多路数嘛。你喺香港唔捻系嗰皮嘅，走烂都要识走啊，大佬。唔系如果你香港细识嗰个剧情唔对咧，真系翻大陆反嚟安全。嗯。唔係講少啊，佢隔咧都幾隔啊嘛，係咪？你翻廣州都安全啲噶。咁你西南部從來都係最穩陣噶啦，你打到九彩都西南部都咩分？三盤水翻去重慶，屌你翻去昆明、昆明嗰啲貴州，貴州屌你幾撚安全啦？係咪先？好啦，咁啊，今日多謝博士啊，咁我哋下個禮拜仍然有節目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哋喺網上嚇，即係大家做呢個節目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好，拜拜。梁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